这个业务执行，那我们由陈本天提陈议员来执行业务执行，时间15分钟，请陈议员发言。好，谢谢青龙议员，那张市长，各局处首长以及各位区长，我们各位媒体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午安了，那这个执行还是一定要做了，虽然青龙没来，我都要嘛是爱做，我先就叫我们劳工局局长。来，你算是呢，但是你在这种劳工局这边的业务应该是蛮熟的，但是呢，因为像我们个人的服务处的话，这些议员通常应该都是一样，常常去拄到讲出了公安事件，然后呢没有劳保，我想请教我们劳工局要怎么去稽查？有关报告议员。 所以这个是劳保局的。那劳工局只是说劳基损失，损失差价呢，我们会帮忙看。我是希望我们劳工局这边应该主动一点，因为我等下都得去看了，那周真的像这种情形一发生，公安事件呢，被倒查干嘛，不要都倒查干。对，那你们这个例子会不会很多？在你们劳工局所知道的，你可以稽核，是怎么拄着这样的拄着无？这个部分应该算蛮长的。那我们只要有发现，我们都会马上转给劳保局去处理。所以你也知道很多就对了。对，好，阿哥来，我个请教你，这阵啊，当然大家以为拢在定的，我们清洁队员他们在休假日，甚至于在春节的时候上班的问题，因为你当劳工局长的这个情形来看，你一年到底好还是不好？他的感觉，我只要听你的感觉就好了。是，报告议员，因为有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
在休假日出勤，只要经过劳工的同意，然后加倍给工资，所以这是劳基法的一个规定。那但是我们要兼顾劳工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劳工愿意在假日出勤的话，是不是也能够优于劳基法的方式，让他可以择日补休，就可以再多补休一点。谢谢啊，所以我希望你能跟环保局长讲到这一点，这个是一个重点，因为清洁队员他本身啊是附属于我们市政府的一个单位，所以呢，如果说好你要他假日出来，我不反对，民众蛮欢喜，但是。你不要让他们在那边哈，等下私底下底下骂，好、哦，所以这个我需要你们跟环保局沟通，谢谢，请坐。谢谢。来，楼主啊，都啊，你讲楼主你就知了哈，搞定了。一年呢，哦，师兄啦，哦，都求人告敬啊了哈，那么都贵也盖了哈。对于你企业上的经营的成功，真的很佩服啦。啊，大家嘛，偶尔讲吼，确实有你的一套，像都啊在讲的，守身如玉。哦，那。我想你能提出这个三求，要求你的企业的员工啊，包括当然这是说在汽车旅馆方面，那另一方面在你的经商方面，当然你也有你的经营之道了。所以呢，今天你是一个企业家，然后你转到一个公务部门，哈、哦，然后结果竟然你手下领导的3000多位应该有吧？有，哦，我们民政局都是全部都是经过考试才进来的，哈。哦啊，当然决定，我相信你应该迄阵无考试啦。但是你的奋斗过程是另外一种啦，吼。那到今来为止，我是唔知讲你的心态，吼。你现在你的感觉怎么样？在这几个月之内，拄啊来是完全袂下啦。哎、欸，阿静啊，阿静嘛，就是慢慢适应啦，同个调整家己的脚步去配合啊、公务的系统的这个作业啦。啊，无是公务的这个系统的，甲企业是完全无同款啦，吼、哦，有够慢的啦，啊，过来有够麻烦的啦，吼、哦，啊，全咧等因啦，全咧开会啦，吼、哦，啊，塞来塞去啦，吼、哦啊，你也知塞来塞去就对了啦，当然啦，哎呀、啊，好，
讲到这个一个重点了，那公务体系啊、哦、推来推去，尤其是现在啊、哦、不管是科批还是我们林佳龙市长都赶快啊，这九斤娘金条小龙一直并过来，并过来以后造成我相信啦，应该你买了解，在公务人员大概以后就是要找自己的麻烦嘛，因为你要换前朝的账，一定有时候会换到自己的。那这样子的话，后盖人家公务人员是不是会讲啊、哦，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少一次干脆我都不做，我尽量把它推掉。应该你这样子尴尬的这点吧。起码像你啦吼，我以公务人员的心态，我有做一个改变，讲多做多得啦。你爱加做，再加加。讲对。不是，你只要我训练你的公务系统的这个精神，伫家己的身上。过来吼，你若少做就多失啦。啊，你拢未晓的人，就无法给你用啊。啊，所以我拢鼓励大家加做啦。我相信啦，那你也是我来讲啦吼。既然都发生这种情形，尤其是台北刚刚讲是说已经走了486人，当然我是不知道说是不是这样啦，从科比上台以后啦，是不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啦，但是呢，当然你说多做多得多得这是没有错，问题是我刚刚在强调的会不会造成说、哦、我要做人家、哦、市场跟瓦人的时候他要来冰小、哦、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干脆都不要做就好了，反正我依规定合办哦、可能会有这种情形，所以我现在买下你买下讲，哦，决定，哦，依你去啊，改心态，哦，你也知道说公务系统推来推去，那以你的企业家的，你认为应该怎么改进，而、啊、不是说啊，你要求安呢，当然伊不一定照做，啊、哦，包括咱所有的啊、哦、各局处的赶快啊，其他那些固定赶快，啊、哦，你认为你有什么办法让他们说，啊、哦，你多讲诶，多做多得，甚至是做功德，你有啥办法？即马是安尼啦吼，我家己的部分的公文都是当天我一定签完啦，吼、哦、啊，就是讲先把家己做好啦，吼、哦、啊，再来要求别人啦，吼、哦，因为拄啊开始咱较袂晓，先以我家本局的工具来做一个，敢若讲，甲先甲做好，啊，要甲局个做好，就先甲我家己做好，吼、哦，安尼的时阵，人下骹的人咧看，啊，过来你讲的什么，即个人。敢若讲，都你讲个走真侪人，我这局无这问题啦。无到目前啊，无这问题啦吼。无这问题，大家拢足爱来阮这局个啦。这想影无影，你无凊彩讲讲个咧。真个啦。啊，你毋是？我听讲你拢六点外就到公安遐办公室啊。我无叫大家来啊，敢若我来就使啊。哦，所以我家己处理。咱只记者信息拢伫遮吼，记者是啊，袂歹啦，阮局真好啦。安尼哦。啊、有啦，我知道你就大心的啦。阮咧临时会时，你嘛上一个鸡卵糕啊，大家讲，我知道啦，这个是蛮贴心的啦、哦。所以你对你的部署应该也要这样子啦。对，哦，阿哥、啊、来了，我请教你啦哈。啊、哦，刚刚讲到说，你以一个企业家心态要进来这公务部门，要领导这些哈，然、哦、后你的想法，哥来，因为我嘛知讲，你的投资多方面，甚至于你的房地产非常的吓人。哦，都我都讲，我就配合你啦哈。啊，请告局长，你这样子有办法在你的事业以及我们的局长这个任呐、啊、哈，两方面有办法兼顾吗？一个事业我就完全放弃了啦。哦，啊，想要搞的冇？我讲哦，我需要有迄个专业经理人去处理啊。哎、欸，好、哦、啊，所以讲需要我完全拢无插啊。好、哦，这个拢无插，拢无插，我辞掉、欸、我所有的担干事都拢无插啊。啊，过来，我无做。过来就讲，我阁无做投资啊，就讲所有的房地产，我都是自开始，我就设定，就是无阁做买卖啊，哦，都专心来做一个啊，真正的公务人员安尼啦。这真正不简单哦。但是你莫做一两年啊，你就感觉讲啊，别紧这边业务我都应付啊，你就阁继续迄、那、落、個，继续操。即卖只拢信托啊，全部都信托了哈。信托。所以嘛，你这样知啊，对不？啊，个人伊讲吼，你要怎么去让这个所有人讲啊？大家拢讲啊，来你小局上好。啊，那安尼时阵，咱诶，不，民政局啦吼。啊，那安尼小局长啊，罗岗局长啊，啊，恁家要加油啊！看怎么人家怎么做啊？哈、啊，为什么他们要想要到社会局？当然这是，哎呀，为什么要到民政局？这是民政局长跟你讲的啦。到底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这时代我也来了解啦。哦，来局长，等下我去请教你哈、哦。我伫顶届嘛要。问过了哈，民政局长，唐安那个时阵，哈、哦，这是干那宏观区鸟，哈、哦，其实上大理，我也记得是伫大理哦，不是这個大理哦，哈、哦，欧力的，哦，欧力的哈，哎、哦，对、嗯，
这一个你的，我上大偌济？五人吼，上大你，这个高得你吼，有5065号吼，人数16201人。这较济啊！啊，即摆目前我手的中间是代用啦，啊，代理应该唔是，代理应该是。不，我唔是，这唔是代理的意思，这是大的你。大你，啊，即摆大的你就是五人啦。哦，对啊。五人，这个你，但是伊是这个16020201个。这是方圆代用吼。伊顶届我提资料是17000几个啦，啊，正常有分，可能有小可能有分啦，好啦，不要紧啦，嘛差不多安尼啦哈。细里，唔是后里哦嘿。哎，细里的部分是和平区的天伦里啦吼，226号，好，啊人数498个啦。因的办公费用是唔是拢同款？拢同款。啊对，所以你就要做局长。是。哈，当然我要请讲，听话卖讲，你有没有办法？或是你要用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个不平等的状态？因为现在人开始一个办公费用安尼吼，大里拢讲无公平的，尤其是恁现在搁咧，吼，在以前小局你嘛爱注意，都有那个80块的有没有？80块你知无？一个老伙仔80块。你嘛讲80块是迄个有关于迄个送餐还是安是？敬老的。不要紧啦，等一下，吼，来，局长拍摄。以你的感觉啦，吼，长安那个时阵，你有迄个心想要改变？你既然吼，以你企业家的心态，吼，这个无合理的所在，无公平的所在，吼，局长，今仔你掌握这个大位，我们也是希望，我相信你这若做会好，这对整个大同市，吼，可能百年、万年以后，大家拢记得讲，哦，这个是蔡世颖局长任内，这开始有影哦，历史的留名。你有在调无？我是安尼啦吼，就讲即马有一个标准伫咧遮啦，就是讲咱即马那阵讲以即个你的分法，就讲1000户甲4000户，市内有当时还是集中啦，像一栋大楼就带几落啊，带几落百户，这我知。吼，啊，过来讲那阵讲交通便利的所在较分散，就是讲500户甲1000户就会当一里啦。吼，所以讲即个你的部分的人口数。爱阁看伊个即个土地个即个面积，来去看伊即个里长咧徛，倒摆往那徛真远啦。啊有诶，都行行诶，都到啊。无毋对。所以咱即卖是安尼啦，我即件代志我会来甲做一个，甲咱讲先甲做一个制度出来啦。比如讲4000户以上诶，是毋是来分利啦？4000户以上诶啦吼。所以决定你都要讲啦吼，你家己讲就讲，你希望就是说先来一个制度嘛吼。爱制度先。就是你一定一个办法。对。吼。才开始是爱做，吼，因为呢，我都有讲过，你这若做会好，历史留名，吼，啊，你讲要用骂，新型的，你若讲真正要甲分离，吼，去重新回归，绝对有人骂，但是故意哦，大家认为讲这是对的，吼，所以局长，我真的很希望你就是说，好好的把这个哈，在你任内，哈，当然4年来这是大工程啦，是不是？我都做会到，我唔敢讲要求你讲100%，但是想爱尽量。我只要机会来支持吼，啊，我都尽来用啦。好，我即阵已经在用啊，有在用啊。啊，你不要，你怎啊安那，不要安那用？你的想法就是多讲啊，4000户、5000户安尼，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咱即摆目前来讲吼，全台中市有16个里，即个人口数超过4000户的有16个里啦。哎，吼啊，所以讲我先处理这16个里的分里啦，把里先分出来。啊，我甲李长讲，吼、哦，要安那分，吼、哦，会较下讲，即个管辖啦。咱讲以一个惠来里就好啦，吼、哦。惠来里又分，即个台湾大道以南，啊，个台湾大道以北，吼、哦。啊，我若咧分的时阵讲，以南一里，以北一里，安尼的时阵就袂讲李长在个各个台湾大道，可能大约用这种区域，啊是街路的即个刚才讲即划分甲分开，安尼一个路，啊是一条沟来做。对，我安尼来。然后人数尽量差不多啦。差不多，卖让伊大岁，你差伤济啦。哎，所以你有这，既然有这个构想哦，我们真的期待了哈。我在做，我今晚。看你的人来哈。哦。上无4年来嘛，对不？当然后边安怎咱唔知啦。是唔是我都来做好？这个对我们历史上哈很重要啦，而且对咱所有的民众，哈，咱的市民，这嘛一定较公平啦。哦、所以拜托咱家民进国家的、哦、大家较费心嘞、哦，希望在我们
蔡局长的英明领导之下，企业家的精神，拜托，把咱的民进给我看，能不能有没有刮目相看的感觉啦、啊？感谢伊。好了，谢谢。好，时间也到了哈、啊。以上是陈本田议员的业务质询，接下来啊，我们请陈世凯议员及王立任议员哈、啊、联合质询，时间15分钟。好，感谢主席哈、哦，我们市府所有的同仁大家辛苦。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今天虽然我们要上班，但今天有很多人是放假。今天是劳动节，好、哦，五一劳动节。所以呢，五一劳动节虽然楼主大概都要恭喜民政局啦哈，但是这个15分钟你休困者哈，楼主哇劳工局啦哈，来在外接顺来对，因为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所以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辛苦的劳工，为他们关心一些议题。那个我们劳工局黄局长，我跟你请问一下，我们的记者是劳工还是公务？劳工。是劳工嘛，哈啊，所以原则上今天他们是不是应该放假？是不是？对。好，所以各位记者先生、女士、媒体，哈，大概加辛苦了，哈，今天不放假，有电话联盟，他们今天没有放假，是不是应该要有加班费？假日出勤的话，当然要有加班费。你们有没有查过我们现在的媒体记者先生、小姐今天有没有加班费？这个我们会来处理。你们会来处理？你这次就可以问啊。请问一下我们后面的那个媒体大哥小姐，因为报告议员、哦、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要看雇主有没有跟劳工协商，把这个工作时间有做一些对嘛啊，所以你们有没有调查过嘛？没有嘛，对不对？你只是讲原则，除非有人投诉你才会处理。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劳工检查不是这样干的啦。如果劳工检查这样干，那所有的劳工那都太辛苦了嘛。有没有劳资协商？问题是劳工知道需要劳工协商吗？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吗？他们不一定有足够的知识。所以局长，你们的劳动检查没有落实，不够彻底，所以造成很多我们的劳工非常的辛苦，甚至有爆肝的现象。我今天举一个很简单的个案，我刚才有跟你们同仁讲过，叫你先做准备。来，血汗高铁，今天是劳工的日子，我们要讲到血汗高铁，其实这是很令人心酸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劳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工时上面劳工局没有努力去稽查，所以让他们很辛苦。你知道现在很多劳工在工作的时候要喝这个呢，这管头做啥你知道不？保利达 B。保利达 B 嘛，阿 B 啊，人家说阿 B 啊，啊为什么爱喝阿 B 啊？因为超时工作真忝。啊，王议员的提那罐是啥？你有看到无？蛮牛。蛮牛啊！为什么要啉蛮牛？你敢知？敢知为什么要啉蛮牛？唔知哦。我知道。知道啊？为什么要啉蛮牛？就是要加强那个体力呀、啊。啊？为什么需要加强体力？我们不是有工时的限制吗？原则上他们不会太累，不是吗？所以为什么需要喝这些东西？局长，你要好好的检讨我们的劳动检查有没有落实。啊，我要讲劳动检查有没有落实一回事，我们要体认到我们劳工的辛苦哈。我跟你讲，我只够助力做好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啦。这是啥？顶管写一个物件，叫做肝呐。有看到肝无？啊，爱啉阿碧啊，爱啉蛮牛，为什么爱啉这個？因为他们超时工作，所以造成他们几乎要爆肝呐。啊，但是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气球要爆一下哈，大家麦克惊掉哈，所以棒炮进前爱给您提气来。我做一个爆肝的动作，让你去体会我们的劳工真的相当非常的辛苦。好、哦，所以所有的劳工几乎都做到爆肝。我现在在跟你讲这个个案，高铁血汗高铁，为什么说血汗高铁？第一个来，把员工当机器。全日无休，我问你，劳委会有没有规定？我们的法令里面有没有规定？他工作多久要休息多久？目前是4个小时，要休息30分钟。四个小时休息30分钟，我问你，高铁有没有做到？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目前也都在调查。目前也都在调查，他是不是被你们罚过2次钱了？被你罚过2次钱，代表他没有做到，你还跟我说目前还在调查，就是还有一个案子，因为总共有3个案子。好，总共有3个案子，他同时在高雄市、在台北市被罚好多次。请问一下，你们给他罚的这2次，还有现在目前在调查，是你主动调查，还是
人家检举的投诉人你才去调查？目前是检举投诉。对，目前是检举投诉。好，这就是你们的问题。我要讲的是，高铁的员工正常是坐四个小时，要休息半个小时，至少让他吃个饭、上个厕所。你知道高铁的员工多惨吗？高铁的员工有人跟我投诉，虽然不是台中站啦，嘉义站，他们的站务人员尿在裤子上。为什么尿在裤子上？因为中间没有休息的时间，不能下去上厕所啊。你们的劳检是这样做的，让他们四个小时里面没有三十分钟可以去上个厕所、吃个饭，罚了两次没有用，他还是依然雇我。你有没有打算做什么动作？你告诉我。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辅导雇主哦。那用辅导的，我问你。然后之后，我们如果他持续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会加重处罚。加重处罚，目前罚多少？第一次罚多少？第二次罚多少？第一次的部分，我们是罚20000块。第高铁去年赚了55亿，你罚20000块，第二次罚多少？第二次也是罚20000。我们如果说有次数的累积，我们一般是累积第二次罚40000了。好、哦，总共罚了60000。他这个现象这么久，台中市政府罚他60000，一个一年赚55亿的公司，你觉得他会不会怕？你告诉我他会不会怕？会惊无啦？这个部分，因为我没有办法带。好啦，我来讲，我直接跟你讲答案了，袂惊啦。好、哦，所以如果你的劳动检查是这样做，这么的被动，而且罚的这么的少，我告诉你，他不会怕。第二个，他做了什么事？来，扣客员工那个扣客员工的加班费，连续7年，从2008年一直到今年之前，加班费都没有再发，这个是事实，他们也认错了。请问你，台中市的劳工局有没有罚过他？目前加班费没有。好，没有罚，有没有违法？如果应该给延长工时，工资没有给就违法。好，有没有罚则？有。到目前没罚。好，第三项，黑调员工的特休，他的特休没有经过劳资的协商，没有经过跟劳工的沟通，他直接设定我一天只给你3个席次可以休特休，但是员工几百人，大家抢不到。就这样把他的特休给黑掉，这样有没有违法？如果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通常如果当天没办法休的话，应该要去协商看用什么方式去休。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休的话，一般来讲会给工资啊。好啊，排不到啊，我想休啊，我不想要工资啊，啊，你违法不？如果没有经过劳工的同意的话，这样还是会违法。所以这样还是违法，有没有罚则？有罚则，有没有罚过？目前没有，因为目前只有罚单。我告诉你，你们的劳动检查完全没有落实。当一个员工检举 A， 他犯了 A 事项的时候，但是这间公司这么大的公司，台湾高铁，他犯了 B、C、D、E 事项错误，但是你们去，我只检查 A、B、C、D、E 完全没有。我告诉你，我现在写这三项，只是我目前查到的4-5项里面，我只写3项给你啦。我为什么写3项给你？你第一项你有罚，是因为员工的检举，所以你去调查，但是你的罚则这么轻没有用。2-3项确实存在，你们从来没有罚过，为什么？因为你们劳动检查没有落实。我告诉你，局长，我给你1-2个礼拜的时间，还有4、5、6，你现在给我主动去做台湾高铁的劳动检查，在工时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查出来，你查出来就好。我希望你在1个礼拜或2个礼拜，我给你1个礼拜时间啦、啊，你去做劳动检查，没有那么困难。下个礼拜的时间去做劳动检查，给我一个报告。好，如果你没有查出其他的问题，我在总质询，我一样要再电一次。是，这个我们会做。1个礼拜之内给我报告，可不可以做到？可以。我提的这3项，还有其他的部分，你自己去调查。是。你若调查出来就算了，你若不调查出来，总质询我一定还会再电一次。是，好，你现在答应我一定要做到。再来，你们罚则有没有办法再提高一点点？一定要这么客气？小 size 的公司你罚20000我没意见，这么大 size 的公司你罚20000啊？你告诉我意义有没有办法提高？因为报告议员哈，因为有关这个财罚的这个，我们内部有一个原则啦，我们会以次数的，就是说以一年内违反几次来作为一个。那你可不可以像这样子的大公司不断的犯的状况之下，你可以一直查一直查一直查，你一定要等到人家来检举你才查？是，议员，我们这个部分会。劳工局这样做是保护不了劳工的，你要清楚这一点。你今天当局长，你就是要保护劳工。是，所以麻烦你努力的查，用心的查。是，好，谢谢。谢谢。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大家报告，
劳动检查除了工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劳工的安全。台中很不幸，在中捷的事件，好几个劳工因此而丧生。劳动检查，我们同样一个议题，劳工的安全，你有没有在做？我们请王立任议员来进行咨询。好啊，主席啊，我们市府的员工，我们的媒体朋友，大家好哈。那我想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劳工局长，那你觉得我们台中市我们的劳工的工作环境安全吗？我们努力的在让职场的环境能够安全。所以你认为我们终结的事件是一个特，等于说是一个得单独特殊的事件，还是说你觉得我们这个我们的劳工的工作环境非常的危险？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属于静态的一个职场安全这个部分，在昨天以前，劳动部其实他有依照相关规定，每两个月都有去做一个稽查。好，那我请问一下，有一个东西叫做失能伤害频率，你知道这个东西吗？哎，我知道。那请问一下哈，来，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在，还是我直接告诉你好了啦哈。它是指劳工因为发生职业灾害致死亡、永久全失能或是永久部分失能、暂时全失能等伤害。那我再请问一下，在2013年，我们台中市的失能伤害频率是多少？2013年的部分。對，好，我直接告诉你好了，是2.67啦。是。那2.67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每百万工作小时里面发生的次数，对不对？对。好，那你看一下，这个是六都近三年来我们的所谓的失能伤害频率，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台中市连续三年蝉联全国六都第一啦。你觉得这是一项我们的光荣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会连续三年变成全国第一，变成全国劳工工作环境最危险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是报告议员哦，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每一个六都，每一个就是这六都的产业分布的状况不太一样。那台中市呢，就是以制造业，然后营造业比较多，然后大部分又都是中小企业，所以他们在这种设备安全上面呢，都比较简陋，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正在想办法怎么样来提升他们自主管理。你说比较简陋，对不对？那我们不应该去做更多的劳安检查，让我们的劳工的工作环境更安全？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我们有做吗？检查频率？我们有在做吗？我们现在的频率是多少？因为有关制造业的部分，我们是从今天开始才从今天开始才授权。对，我们的市长曾经说了哈。台中市政府要扩充劳动检查人力，并加强劳动检查，设立劳工多元申诉管道，落实劳工安全保障。请问一下，我们有在做了吗？我们执政已经四个月了，是市长的承诺做了吗？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因为我们有一个劳动检查的一个平台哦，就是说我们去结合我们在台中的大学，然后结合这些老师的专业，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提升雇主在这一方面的自主管理的能力，所以我们会只要他们跟我们申请，我们都会入场去辅导。我们的这个危险工作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伤害，其实是比新北市跟台北市都多高出一倍啦。是，我希望你努力的降低这样的一个数字，好不好？好，好，谢谢。接下来我们那个画面 Q 一下，好不好？那个画面。我们的工作人员拜托一下哈，来，大家看一下，大家有看到了哈，来第二张 ，OK， 好，这个画面关掉好了啦，我想这只是一个大家看得很不舍、很不忍的画面哈。这个是1月23号在我们台中清水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公安事件哈，一个劳安事件。这个陈小姐当事人，来，我请问一下，如果这样的伤害，你觉得严重吗？来，局长。很严重，因为四肢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地方。那你知道，如果依照我们的这个劳保的标准，这样的能够拿到多少的给付？你们知道吗？这个大约不知道哈。如果我们看到的没错，大概只有10万块。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劳工局该不该出面来协助这个劳工，
获得应该获得他更多的需要的补偿。如果有植栽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们局里面有设。好，请问一下，我们有在做吗？我们有主动做吗？我们还是会做。这样的劳安我们会知道吗？会，一般都会有通报啦。都会有通报吗？那这个案子你们知道吗？因为发生植栽，除了我们会去做。好，我跟你讲，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哈，从1月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劳工局完全没有。好，我们的时间到了哈。以上是我们陈世凯议员还有王立任议员的联合质询。那接下来我们请邱素贞议员来进行业务质询，时间15分钟。好，感谢主席。我们民政局，咱的蔡局长，当兵哈是咱的国民义务啦哈，不过这个义务役哈，伫这个士义务役士官哈，洪仲秋。以原预定在102年7月6号他会退伍，但是很不幸哈，他在7月4号来死亡哈，引发这个社会舆论的关注了哈。那役男当兵一度也成为许多这个家长担忧的话题哈。那蔡局长，我要请问你哈，那台中市一年一共征调了多少役男来入伍？常备兵有多少？替代役有多少？那洪仲秋案发生后，我们台中市政府有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因应的措施哈？是否有没有成立什么组织或者是专责单位来受理咱们这个役男的申诉管道，好，咱的那个役男的家长哈也当放心哈。另外，我即马提前哈，我再提前，你看。这哈，那个役男哈，拢是这任何一个孩子哈，拢是家长哦，拢是妈妈哈，是大人的心头吧，然后我们要怎么做到说能够让政府用心哈，那役男安心，家长放心，好，我请你来做说明。我即马安尼啦吼，即马若要做兵的吼，我拢会发简讯给伊啦，给伊知影讲啊，你当时要做兵，较袂口口打电话来问，你知哦，所以我。就会让他们有知道说他们当时要做兵。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本市每一年的这个服役的这个役男差不多19000个左右啦。目前来说，我有一个做法，就说他们如果要做兵进行，比如说要成功领训练，会先传播来我们公所之后。现在有多少人你知道吗？有啊，我才有说啊，都19000个。替代役偌济？每一年头19000个啦。替代役有偌济？我看者，5000几个人啦。咱5146啦。安尼吼？嘿，是替代役人头5000几个啦。嘿，我是希望讲吼，本社建议人吼，请局长能够主动的邀集我们那个。军人服务站呐，哈，还有国防部等相关单位来这个共同组成专责小组，哈。那好，下一届有囡仔去这个服役的家属能够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国家，哈。那当这个役男如果说遇到不合理的待遇、不合理的管教的时阵，有一个申诉的管道，而且这个有效的来适时的关心呐，哈，来伸出援手。当然，咱嘛会要求吼，讲这个役男因爱军，因个军纪事帖啦吼，应该遵守这个军中合理的要求与规定。啊，恁要哪来做协助？像我即马呢啦吼，因若去做兵的时阵对无吼，我会去成功了家看啦，吼。啊，看的时阵就讲啊，先做甲因的长官都是互动。啊，讲咱老专队讲这囡仔较，比如讲有会较怕的啦吼，啊是都较有个案，啊我会紧叫因这落去介入。吼、哦，啊，过来讲，随时拢甲因保持有一个甲长官的互动吼，安尼时阵该关心啊，咱这个台中市出去的做兵的跩囡仔，吼、哦，我拢安尼做安尼。哦，当然，本身是希望讲吼，当然家属非常关心因这个在营服务这些子弟的安危啦吼。本身建议讲吼，以后每年吼举办这个闹军的时候，应该邀请我们民意代表。也一起来关心呐、啊、哈，
邀请我们民意代表也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关心，一起来见证，说这个子弟在这个那个军中的他们的服役状况，让那个希望能做到市府用心，家长放心，那义男也安心的来服役啦。最近呢，我也本席也接到很多的民众反映啦，他们听说民国82年以前出生的这个义务义男，今年他们会实施最后一次的征召啦。那民国8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义男，他们只要服役4个月，那改为这个常备兵役来这个受军事训练啦。未来也是会只有服4个月的哈，等于说八十三年1月1日以后的都是服4个月。那这个他们不需要就下部队了哈。那今年征召的义男入伍后，在明年底会离营。那如果因为升学、缓征或者是某种因素，他没有办法在今年来入伍的这些义男，未来将改服1年的。他要服1年的替代役，这个今天啊，有没有办法？有没有什么正式的公文？这个部分无我来拜托。你们知道吗？现在一连次都算了哈，不过叫我那科长简单回答。你回答一下。好，来，你回答这。请回答。主席还有我们邱议员，那感谢议员的指教。那关于这个部分。役男的这个入伍的部分，以4个月或者是1年的话，是以年次做区分，也就是说83年次以后的，他是服4个月，那82年次以前的是服1年。那目前的政策并没有变动，没有变动。那如果说他因为是去还在就学了哈，或者是某种因素来缓征，他以后还是要服1年。是以年次来区分。哦，以年次哈，好，那谢谢哈，那希望我们也对这些义男要多所关心，不要有在类似洪仲丘案的来发生，好，谢谢。好，局长，我看你拢丢楼住了哈，蔡局长哈，我感觉哈，那个我们市长哈，给你坑这个位哈，相当辛苦了，我感觉哈，爱适才适所。我感觉我认为吼，你生理人应该是拿像迄个公测会迄吼，迄个来招商迄，我感觉是较适合你了。迄个迄退迄这样较退市场加分啦。好，我希望讲你搁较努力嘞。好，哦，搁较拍拼者。好，那社会局吕局长，我们这次市府追加的这个追加减预算案哈，我们税出增加了62亿9000多万嘛哈，那这其中社会福利哈，真包含那个我们的那个托育一条龙哈，托育一条龙，它这边是增加了1亿1784万元嘛哈，那0到6岁的这些这个托育一条龙政策了哈，那当然这边呢，还有我们这个也有那个我们。社会福利政策里面当然占了12亿3500多万元哈，那仅次于经济发展的这个支出哈，占19.64%啊，可以说居第二位哈，这可以显见哈，我们市府对于这些推动社会福利的措施啊哈，创造市民福祉这个的努力跟用心哈，本席相当的这个肯定啊哈。那这边哈，面对少子化和高龄哈，和高龄的这个社会啊，高龄化社会哈，那年轻家长他们的负担是很沉重的哈。那为了让市民能够安心呐哈，陈家市长，我们市长林佳龙他上任以来，就是针对这个0到6岁的托育一条龙政策哈，将原来他们的0岁到2岁，好向上延伸的到6岁的来补助了哈。那也涵盖幼儿园啊，托婴中心啊哈，还有居家托育保姆哈，这些这个补助啦哈，一次到位。但是哈，不一些不要你讲的是啊，这个我都支持啦哈。尤其这个有些人都不愿意做，因为跨博嘛，哦，有的不是这些年轻人、年轻家长他感受不到啦哈。好，所以是咱市长哈，要来做这是真好啦哈。但是不过局长，社会局在这个追加预算哈，那
民政委员会昨天也通过了，但是阿伟三读了哈，阿伟三读哈。当然有一些议员有意见哈，我是干嘛讲哈？那我们这边你看，我们也写着说104年7月来哈正式起航了哈。哎，这搞搞机会哈，当作那本书艺术工哈啊，我们一定要强迫我们来支持哈。这干嘛对议员干那较不尊重了哈？当然我知道这是市长哈，他一意要甲这个。这个社会福利做好，这真好啦。但是我希望讲吼，以后我们是不是来加上几个字哈？咱先将等预算通过后来实施啦。好，等预算通过了，咱来实施啦哈。安尼，这我看是咱的议会大家开始支持啦。当然，社会福利哈，我看议员嘛唔敢讲来砍这个预算啦哈。因为这是在咱的前朝胡市长时代，这拢做了较无，像不。补助加压，咱今麦都一边都几亿哈，顶下是几千万，大家排队排干的啦哈，所以我感觉这是真好的政策啦哈。这我们社会福利哈，那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我感觉是还阁做不到。像在纽西兰哈，他们的小孩子是0到13岁哈，包括出生啦哈，那个妈妈都住院啦或者生产费用什么一毛钱都不用付，包括0到13岁，囡仔嘛免切钱呢。他们学校要怎么经费来？因囡仔甚至家己伫咧卖物件，出来卖巧克力啦吼，或者在学校卖冰棒咧，因是安尼自筹学校的经费呢。好、哦，所以我感觉咱的社会福利是还阁做无够，所以咱是真肯定讲咱即马咱的市长吼，以这个用心啦吼、哦。是是。啊，那个我是不是说那个社会局咱的吕局长，是你是不是当公阁甲？咱的迄个啥，咱市长的这个托育一条龙，佮讲较详细，予咱的民众会当清楚。那是啊，非常感谢哈，啊议员的这个指导。啊，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啦哈。咱即马所推出的哈，伫咱六都内面，咱台中上重要的迄个特色，就是讲咱是托育补助，哈，唔是这个育儿津贴啦。托育补助的意思就是讲，你有送囡仔。好，后来咱社会局以及咱教育局所认证的迄个托婴中心、保姆还是幼儿园，安尼，阮这个部分，阮的补贴，啊，这个补贴部分0到2已经中央已经有3000，好，啊，咱即马，咱即马起付，即马过来加码3000，啊，另外，阮即马0到2，阮即马迄幼儿园哈，已经迄个计上哈，啊，咱是13000，啊，所以对家长来讲，伊只要7000块，好，伊就会使来迄个送托啊，所以大幅的降低吼、哦，咱迄个家长这边哈、哦，迄个负担啊，这个部分向议员报告哈、哦，这个部分咱台北哈，无同款台北，伊是干那发的现金啦啊，咱这个部分咱就是安尼做啊，我来议员报告，咱啊只要吼、哦，咱只要补贴3000块，一个保姆的工作机会创造出来啊，两个妈妈就会使出去外口食头咯，所以咱即马算讲3000块的迄个补贴落，哦，这个我要创造三个就业机会啊，我马。拢测算过啊，三个工作机会待用差不多吼，要、哦、8万6的迄个 GDP， 所以这讲话是这是一个真好的迄个政策，唔是干那讲吼，咱干那送干那迄个像台北吼、哦，祝你好运啊，我向议员报告，我是刚刚是祝你坏运啦，因为吼，安尼送出去了，真侪妈妈伊就是伊就颠倒吼，啊伫个厝的吼，啊就伫个厝的，顾囡仔，啊阮嘛有迄、那个，我因为我过去我有研究这方面，有统计，一个妈妈若伫个厝的吼，超过1.5年吼，啊伊可能伊就无法度个走出迄个职场，啊这讲话起来，这对伊个人、对家庭、对咱国家，拢是一个真大人力资源的迄个浪费，啊所以阮即卖这个部分吼，来全力来推上，啊拄啊议员嘛讲着讲哦，纽西兰那边嘛议员报告，我本身是留外德国啦吼，讲话起来，这个部分。一个国家，那正正要有发展，其实我是咱的囡仔，就是爱咱要投资嘞。啊，这个部分我嘛向议员报告。其实咱即马啊，咱林家龙林市长即马所推出的这个政策，讲实嘞，我有信心，伫个咱即马咱迄个年底的迄个总统大选内面，咱台中一定哈、啊、会变成一个哈，诶、啊，大家来参考一个模式，啊来翻转咱即马目前哈、啊、福利卡袂着，拢要用现金哈，诶、啊，迄个方式，啊，咱即马慢慢用这个方式，咱就来提迄个创造服务，而且最重要创造出就业机会出来。啊，但是我知影对家长。这边一上重视的，其实我是就是咱迄个送托吼，诶、那個，迄个咱迄个品质，吼，啊，佮另外上面是介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部分，阮即马就是迄、那个人脑了托一条龙，阮就是这部分吼，专力来做这个来做这個推动，啊，以上来大家用。好，谢谢。
本想希望讲我们社会局相关单位哈，也当讲对于这些申请方式啦，或者是补助内容啦、条件啦、哈、金额等议题哈，能够加强宣导啦哈，啊，好民众能够清楚的来解，简化这个申办流程的手续啦哈，真正达到便民的措施哈。啊，个点就是，咱的这像即马拢隔代教养，有有的拢阿妈拢伫厝的顾孙，顶个是。哎、欸，我来考一个保姆哦，哈，我阿妈我来考一个保姆，啊，我顾外孙啊，都钱好，都2000块好请，啊，起码这有法多好，安尼请对吧？请用原报告，那这個部分中央的迄个部分是两千块，2000迄个部分哦，也是有啦。也是有人哈，两千诶，迄个部分也是有。啊，那你那家属讲吼，伫个咱起码市场所推出这托育条龙，那家属讲是迄、那个低收、中低收、特殊境遇家庭哈，迄、那个部分哈，啊，我买有个另外有3000至5000左右诶，这个补贴，因为我知影哈。经过些有家些有家阿公阿妈吼，讲尤其阿妈吼，讲阿些嘛是在隔代教养加工课。哎，阿英姐有钱啦哈，有啦嘿。用迄个包2000，阿哥温金马哥有另外迄个补贴，感谢。好，时间到哈，以上是邱素贞议员的业务质询，接下来我们请何文海何议员啊业务质询，时间15分钟。好，感谢主席，咱张副啊，我们蔡局长，所有哦，我们一级主管了哈，啊，咱几家帅哥美女，今天是劳动节哈，五一劳动节，一定拍一拍的，后边这辛苦这劳工拍拍的。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听说没有双倍薪水哦。那个劳工局长，你要想办法哦。你感到好啊？那个哪一派哪一个记者知道啊、哦？哪个报社的你要去负责，要去要双倍薪水哦。你请坐。啊，给那个民警啊哈，啊咱林家良市长的第一次的业务质询哦。我是首先要讲，要来感谢咱民政局长蔡世银局长啊，伊啊，恭喜啊，伊一个1804年正月20迄天啊，啊去阮啊公所啊去视察基层座谈会啊，当然啦，这是副市长啊来主持啦，啊副市长来招待吼，迄天无主持。哦，哪样我都唔知啦吼，有请假无请假唔知，结果也是咱蔡局长啊主持会议啊，啊，伊主持会议啊，阮25里的里长啊，我定来听足爽快，其他听足爽快呢，因为啊，阮25里的里长啊，啊，伊来听讲咱市长、副市长啊，佮科室的局长要去阮公所开啊基层的座谈会。是一个月前就把遐所有每一日啊爱做的工课啊，啊，就定出来哦，一本，哦，啊，一本啊，无几页啦，哦，无几页，啊，无啥物，无40页吼，啊，咱伟大啊，咱的蔡局长啊，伊气魄真好，伊讲今仔日开会，一本卖讲，一本也无做吼，落台啦，伊是不讲像落台啦。那我落台还是市长落台还是落台？唔知，不过气魄真好哦。伊讲基本啊，这政策怎爱做，无做吼爱落台吼。伊无讲什么人落台啦。不过啊，我遐里长听了真爽快呢，啪就啪落呀！哇，赞赞赞！哦，这要找这种局长要打错的，都是家乡市长才好找这好的局长。哦，我南屯25里的里长哦，大家呢欢喜个安尼啦。啊，电话卡来，怎哦？我来议员啦。哦，咱这么来一个，听讲蔡局长，嘿，我都唔捌看过，不过气魄真好哦。嘿，讲这本无做吼，爱落台了。不过伊个无讲啥落台啦。哦，这里长听到一直爽个，处处爽起来啦。哦，你听个，处处爽起来哦。嘿，我南屯25里大正欢喜个讲，安尼好，咱家良市长真正有聘一个真有魄力个局长，哦。啊，我就台天天的啦。咦，啊，这有建设局，还有教育局，还有交通局，你够可惜的安怎？我讲个时讲是咪讲，咱的这蔡局长是袂记得伊是局长还是市长的款呢？伊加大声，甲我瞪落讲，无问题，你若无做啊，爱落台吼。
啊，我是要听听咱蔡局长迄天开会吼，你若气魄遮好，我是唔知影讲，你讲是毋是食胃也空起哩啊？哪会安尼？气魄遮好，我讲话冲就冲，讲无问题，你讲看卖咧。哦，迄天我南屯人真期待哦，你来讲看卖好嘛？感谢咱主席，咱议员哦，我先讲安尼啦吼，露台即句可能无讲啦吼。我先讲者吼，我露台无讲，我咪讲啥？因为迄阵是咱拄啊吼开这个会议是各咱的各局处拢去啦，吼、建设局啦吼，环保局吼、差不多去差不多应该有到十个局处啦。啊，你主持啊？啊，我主持对啦。我讲吼，这种的电影的工作一定爱做。啊，咱目前来讲啦吼，就是咱29区，就是基本内底，即到即阵。我只讲一区尔，这南。不啦，我讲意思讲，我29区总有。把这本这装修接回来啦、啊、当然没说每区都够，但是所有的里长的建议全部都收集在咱我那啦、然后咱有给研考会来做一个追踪，这阵我的手头的资料已经完成 44.4% 的那样啦、差不多到 44% 的那样啦、就说他们有说的我们能做的较简单的先做、如果较困难的好啦，局长来，我刚说那天的啦，你请坐啦，大家真欢喜，就是讲你人答应讲无问题，这下政府真爱做，哦，无做爱落台啦，啊，那上落台唔知啦。你知影这本偌济钱无？你有把算看卖了无？无偌济，40亿，40亿尔无偌济，一区40亿简单嘛。咱台中市预算就要1000几亿，40亿算啥？哦，所以无要紧，你给我推动，我知影你最关心我南屯的，你是南屯人，所以我知影讲你一定为南屯来打拼。卖讲40亿、50亿，你那是出去，就处理去。所以我才期待你，希望啊，尽快完成。吼、哦，这届啦，4年啦，吼、哦，无讲今年完成啦，吼、哦。啊，我总即阵来，这拜托市长我来陪死者。我是讲吼、哦，因为你民政局长吼、哦，含建设局、含教育局、啊交通局，拢都答应落吼、哦，我是替你紧张啦，替你紧张哦。所以总即阵我来请咱那个林市长来适应一下吼。这非常好，迄是阮第一个建设，我也真欢喜吼，乐观其成吼、哦。我即落咧讲，咱即马即个表扬无阮母亲啦，咱民政局吧吼，还是社会局，民政局嘛吼，迄、个社会局，迄、个表扬无阮母亲啦，差不多台湾吼40年前就开始有表扬无阮母亲啦，是，还袂动神的时阵，我妈妈78年得到无阮母亲。每一区，每一区，每一日推荐一个模范母亲，是一区佫派一个较特别的模范母亲，送过来市的，区市，对，迄个市过去先富，迄阵先富还袂动神的时阵，是每一关镇县市佫出一个内政部中央的啦，是，迄在表扬模范母亲啦、好。我的母亲感觉非常有公，加公荣，不只尊重。是，现在无我母亲，清清菜菜，清清菜菜，饭也无动无，送一个饼，摕一个点心啊，回去，翕一下相，回家，出自己，予咱所有的感觉，讲这无我母亲啊，政府无重视。我来讲哦，是。提这项来啦，你看无？是，你点做？百善孝为先。对，今仔日每一个拢老母、老爸。是。要友好啊，无简单呢。有诶要友好，老爸无在，无伫咧，老母无伫咧，是，无得去友好。难道这个物件，大家哪里应付应付？每一年都同款。是。我还记20多年前。80几年、83年时都唔是安尼，现在拢变调，防不尊重，感觉讲啊，这都应付应付，每一次一日出一个就好啊，啊，都去公所欠一个相，摕一下点心转去，摕一袋啊变，无300块的变，啊都，迄点心哦，50块、60块，甲你换转去，是，一撮啊，我讲吼，一撮尊重都无啦，我讲今仔日。咱的社会风气会遮歹，太老母太老爸，当然今仔日你不是教育局，不过你社会局啊，是，
咱的哪有一个，咱的这个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咱的社会，那是你那是有责任。所以今天要表扬哦，一定要足重视。咱的基层，因为这啊，我相信啊，这有影响。咱如凊彩啊，和咱地方啊，所有基层啊，敢要讲啊，这都应付应付。得不到光荣啊！迄就是个安怎？所以今仔日以前一个议会，一个市政府，税入税出两百几万，两百几亿，两三百亿，办到真超，真丰富。谁来讲有重视？无重视，千几亿同款啦，比两百几亿个更加害啦。两百几亿做议员做到即马千几亿，够进步无进步？这所讲的。今天有法不简单呢，所以讲今天大家拢父母亲，啊，今天要做做好，不卖做，修改讲我母亲不表扬了。以前安尼，这传统吼，唔是讲安尼啦，你看一项你就知影讲，大家有重视我母亲，我母亲。以前啦，丢掉每一例吼，迄个代表迄例的我母亲就足重视的哦。是，因一定办到，哦，办啊真风光。每一例。啊，提到我母亲，即马感觉大家欠一个相，啊，都煞含火党拢无。我所以讲，你新的局长啦吼，是，我希望讲明年啦，对无预算遮济啦，啊，前期个拢开大去，即种物件啊非常的重要，大家一直在输这个物件。我讲这吼，这社会的温馨的一面吼，爱好好啊表扬。是，哦，啊，食饭就食饭，那有啥物，对不？啊，过公所，我请教一下公所啦，吼、哦。啊，有食饭的，有食饭的几个公所，啊，是拢无食，对嘛？有食，有对嘛？拢无啊？有也有食，有也无食啦。啊，搭一区的区长有食，搭一区。哦，新社较有人情，啊，你嘞？就讲啊吼。你看山顶人较热情啦，啊，做啥？哪位？哦，沙路，那你海边也有人情啦，山边、海边拢袂歹哦，好嘞。大家去什么山？清水吧。哦，有。清水冇食啦。啊，清水哦，拢海边的啦。你看，看看的那是海边较有热情，甲山顶的。哦，所以肯定我希望你哦，迄、那个，对母爱母亲嘛办得好些，安尼较重视咧，是好吧？卖只凊彩。今仔日哦，一个伟大母亲哦，无简单啦。有影哦有影，所以大家拢老母啦，所以我希望哦，即阵咧做好啦，好不好？是。让伊感动讲啊，真正咱真正有心在做这個，虽然小物件，我们要从细一小一细项做起啦。嗯哼哼，是无？干啥呢？是。搁这个奖哦，是幼儿馆啦。嘿。啊，林市长是讲，嘿，啊，伊有啊真有心要到阮南屯啦。对，搁加一个幼儿馆，是，哦，我那南屯啊，那是真希望一个幼儿馆，是，哦，较像样的幼儿馆，是，不过你若要用我的旧公所吼，迄种已经起好的现成的吼，是，不必要，嗯，为什么不没必要？所以，旧的公所是那所谓，因为交通真歹，停车困难，要去办公开车无所在好停，才刷去八级级。交通用那个就停车场用地，去帮变做机关用地，迄个违法呢？用违法啊！以前是停车空间、停车场，去当变三分之一的机关用地，才刷过这边。83年，我第一届做议员，我讲全部地下室全部开挖。哦，较无20个来打关锁啦，卖啦议员，我都无够钱哦、喔，迄地下室我都挖啦。我讲哦、喔。我虽然即摆恁欠，我你讲，和恁欠，和恁劝架讲，和恁气啦。我是无要气啊，迄听古调的时候我无要气。叫足大电来讲，哎呦气哦气啦！你也看，用无30年去起新的啦，浪费人的钱。我迄阵啊听我的话，地下全部开挖吼，今仔去办公的，咱的员工要停，真方便。不过唔听我的话，迄阵都菜价无法度，所以无法度听市委的话。结果刚好，用不30年刷费啊啦！我那个南屯公所，所以就讲，这是我年代我所面临的，大家讲啦，爱看远去，无钱卖去，卖强卖去。今仔日
咱的幼儿园要去外景，找一个较像样的所在。因为啊，幼儿园一定家长会去，停车空间那有够。带囡仔去无所在要停，想要来去带囡仔去。啊，所以阮旧的公所为什么离开？就是没有停车空间，要去办公不方便，所以才离开嘛。你今仔去过幼儿园，幼儿园嘞，同款意思，家长带开车去，又阁无所在要停。所以同样的问题不要再重复产生了。为什么做图书馆呢？因为啊，去借书去借册，拢是小朋友较济。高中小因骑铁马，啊，高中诶大学诶桥都歹，那所在会塞咧。开车无合无合，所以希望啊啊，今仔日哦有一个协调会副市长吼、哦，咱小副有去，阮拢总吼十六个里长到伊，全力反对你大迄个要变更的啊，咱的这个幼儿馆，不是歪啦，迄、那个所在卖。去找一个较理想，因为啊，即马要起也起较好诶。因为囡仔部分，就是咱未来国家的主人翁，要起起较好诶，对无、用茶落去起，用一个比较比较先进诶，迄种对小朋友、对儿童啊，未危险诶，所有诶器材，不用讲化学诶啊，不用讲一寡有诶无诶啊，以茶木，我讲用木上好啦，木材做材料，把咱诶这幼儿园做好。好，时间到哈，以上是何文海议员的业务质询，接下来我们请萧荣哲议员业务质询，时间十五分钟。好，谢谢，谢谢主席，大家好，好，谢谢。那我们研考会刘主委，对着阮顶届咱所有议员所提案也是建议的。这案件恁拢阁要阁做列管无？跟原帮我们都有列管。确实吼。对。好。好，你请坐吼。因为啊，阮这议员当然也好，本色也好吼，对着讲，咱这议员所建议的案吼，到底恁落实啊无来做列管啊无吼，我拢唔知。我希望讲吼，恁爱对着恁横向的联系吼，你要做个更加好嘞，吼。这是庄志顺吼，再来个好啊，我甲你探讨一下啦，吼。谢谢吼。那我直接来请教咱生命力管理所吼，定位拍摄，甲你请教啦吼。咱即马所有的大台中市各区的哪骨堂，还是哪骨塔，还是生命艺术馆，恁拢有做些什么款的处理？有统一来定这个命名啊无？有啊无？谢谢主席，谢谢萧议员。目前我们生命管理所部分是处理我们的原来的八个区跟那个大甲跟。那个大都而已啊，其他区目前还在区公所管理。哦，安尼恁如果去对啊嘛，因为合并已经四单外嘛，哈。副市长，副市长，歹势，咱已经合并已经四单外啦，哈。啊，当然即马咱林市长起来，我是更加希望讲是安尼啦。咱哈，佮既然是大台中市啊嘛。是毋是甲各区的即哪骨塔、哪骨堂来做一个统一？吼、哦，名做统一嘛。啥物区的哪骨堂，还是哪骨塔，还是生命艺术馆，会用安尼做？那有，头诶，歹势。我头拄好听民政局长咧讲，有即个计划，还是你要我讲，我报告小较详细，伊可能比较知影、哦。来，请局长嘿。感谢咱议员。咱这目前来讲吼，咱这个，就是讲这哪骨塔吼，总共二十九区有29座啦，吼。咁即29座。29座，吼，其中一座吼已经停用啊啦，吼。目前啦吼，伊个总数量吼，这塔位就对啦，我讲这塔位哦，292,128位啦，吼。即马村的保存村。7500
75,604啦，依据啦吼，差不多用到六年左右啦。哦，好、哦哦。啊，咱即马部分就讲我，你这个名啦，名啦。对，你若讲哦，凤冠区的哪骨堂，潭子区的哪骨塔，哦啊，大雅区的姓名艺术馆。我即马就讲哦，这是在足，刚才讲安尼真混乱啦，啊，收钱有当时嘛不一啦。哦，这公所这边家拢会自己在管理嘛吼、哦。啊，我是讲105年吼，规个拢看全规个拢生命。105年，系105都每年，依据规个收上来了，统一来加处理安尼啦。统一做一个处理，对。啊，各区的这个，咱要肯个计数嘞。对啊，我就来讲。统一处理，对，统一处理。啊，就讲我即马甲创一个，因为咱即马吼已经白交这种评价化，啊是殡葬处啊嘛吼。无。要想评价化还是有关有给恁安怎处理？原则上就是讲，会适合东区的计数啦。吼、哦，咱就讲会做一个标单啦，吼、哦，干咱较清楚啦。啊，无，迄、那个甲这个位无同嘛。对啊，即、哦、我问题是讲，啊，都既然是大台中市啊，啊，收费后收40,000+，后收50,000+，收30,000+，后收个几千块的，啊，到底合并了到底是谁做？咁一定？既然是合并啊，咱都要一个价嘛。咱全市金融会统一的，爱会统一嘛。是是是。哦，这是我拜托您的是讲，既然咱已经全市合并啊，对，咱迄价要出来嘛。好，大台中市迄价要出来啦。好，无里里落落安尼啊，咱的乡亲就一直想无啊。对。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圆满？我拜托您讲，较用心一下。好。用我较圆满者，让咱的百姓、让咱的市民感觉会着讲，咱市政府的用心啦。好，好，安尼吼，对着咱林市长的施政，才有加分啦。吼、哦，你请坐，你请坐。那么，伫这个啊，台艺这个生命啊艺术馆吼，到底伊是当时才要来启用？即卖目前来讲吼。伊甲六月底应该全部内底装潢好啦，吼、哦！啊，我六月底啊七月部分咯，都先个来先来规个拢规划了吼，八月头一至八月吼，看会当来启用建材无？八月吼，嘿！啊，咱有编这个对着地方吼，去当地的迄、那个啊，互因做公共使用的这个回馈金无？即卖目前来讲吼，以我所在啦吼，敢若无特别去。编这个费用啦，啊，我即马咧甲李长沟通啦，吼、哦，啊是讲有，啊是讲有拍折无？当地诶，咱个里面，那过往去要去迄个啊，什么艺术馆要去遐看，有拍折无？咱即马咧在地里吼，原则上会甲拍折啦，差不多是一半安尼啦。哦，好啊，安尼啦。啊，人是毋是人迄里较故意吼，无空间，恁都无共编这个回馈金？袂安尼啦，应该是爱甲这個。你吼、哦，互咱底下去，咱就讲话，跟人讲食感谢啦。欸、啊，咱应该来甲沟通一下，看要安怎。哎啦，你都加减减嘛、啊，我相信。咱的里，咱的里民，咱的市民拢足理性嘛，因就是讲万无无万少嘛。啊、你加减减，吼、哦，甲因回馈一下，人个台地的地头边啊，都回馈金啊，靠要坑死人啊，煞无回馈金，恁慢慢安尼，吼、哦。区长咧笑啊吼，我甲你讲啦，人性化，好，吼、哦，啊，敦亲睦邻嘛，有，哦，你的反对的声音，嘛，较降较低嘛，吼、哦，啊，当然是地方上吼，我是希望讲，啊、咱这市政府团队吼，用个加用一撮心智，啊，大眼吼，甲因较关心咧。哦，听到因基层的声音，我相信对恁绝对有加分啦，吼、哦！再拜托讲，在这个资源许可之下，对法令会当许可之下呢，恁去做这个回馈金的编列啦，拜托一下，吼、哦！把这个声音感觉上低呢啦，好不好？好、哦。啊，那我再来就是。潭子迄个哪骨塔是，还是生命艺术馆？当时要去，即马目前来讲吼，先期吼、欸、已经开始爱先签这个签这个签盟啦。
啊，千梦，这钱拢变好啊，吼、哦，开千梦，哦，讲到千梦，我才想到，来，哎，啊，是啊，千梦啊，交五千块的这个，哎，废弃物的，请你的保证金，你要清啥？嘿吼、哦，梦啊，报什么废弃物？你讲我听看卖啊，这保证金啦，哈，我保证金啦，吼、哦，我即摆甲议员报告吼，小姐报告，咱这梦吼、哦，你签起吼。哦迄位个吼，正腰受骨啦吼，甲穿起了物件啦，比如讲有个物件蛋蛋几包啦，拢无。所以我知啊，你即马直接讲吼，咱个乡亲嘛拢了解嘛，是骨头啊，棺木对，吼、哦，啊个有个个啥衫裤啊，白啊，啊是遐个石头、砖啊角、砖啊角无啦，无内底无砖啊角啦，无啦。即马我讲，迄、那个用起对无吼，物件。寿衣，死人穿的寿衣，有的物件嘛，原来有的平底下啦，啊，有的种穿起了无甲扣走啦，啊，淡淡几个啦。你讲、我讲保证金是，这吼，我讲给你听吼，局长。你要穿这五千块，你要绝对要一套啦，我讲啦。废弃物是什么废弃物？你也甲讲出来，广告出来，哦。我给你要给你收这五千块，我就是有我的理由给你收。啊，无你怎啊给收五千块啦？伊是啊，伊呢囥啊做咱的骨头翁仔嘞，捡金起来了，囥骨头翁仔嘞，摕起就走啊。迄是照你讲，应当是土葬，头一届捡金的，对，正有这物件嘛。啊，无同来讲，恁种地恁迄石头、砖啊、角、阿毛土都拢嘛，同款种地拢种落啊，敢是安尼才对？对。咱是安尼啦吼，伊若不管是即个黄金翁啊好啦吼，啊是讲不管伊安怎清走了，伊都甲创个病，安尼阮就行伊啊啦，五千就行伊啊啦。哦，你讲个清楚啊吼。对，就是你若清，对，你若咱捡起对哇吼，啊只要土甲回填等。安尼都清清气气就会使，对，就是安尼俩。哦，这拢有您讲的哦，吼，卖讲时间各方去配面，迄我都唔知哦，吼。哦，当然是对着这地方这个建设吼，我是爱真欢迎啦，吼。但是我是讲卖讲，恁的约束吼，但是约束个伤过分啦，未输拢把咱的乡亲吼，把咱的市民当作贼咧看。吼、哦，袂啦，袂啦，那也袂，啊，都真正吼，我看到就是安尼嘛。恁吼，我来沟通者。恁一定讲啊，就是讲啊，收衣啦，吼、哦，啊，咱的棺木，吼、哦，迄闹查呀啥，是讲有一挂啊，较无应当是现场的物件，爱甲清掉，吼、哦，人迄讲哦，咱的乡亲听，可能就大家听较会累，吼、哦，啊，你乡人甲收这五千块吼。哦造成吼，真侪乡亲啊！我相信唔是干去甲我讲尔啦，地方遐侪议员，一定有甲某几个议员，就地方遮议员拢反映甲真歹听啦。是，恁要来做安溪，就甲咱收保证金，甲咱当作贼咧看，安尼够有理吼。所以讲，我是希望讲，咱恁做无聊的，莫互市长，吼，这个新的市，啊，做市政府的团队。哦，虽然无珍惜，但是咱若用心来对待咱的乡亲吼，我相信咱的乡亲伊袂管我讲怪怪，吼、哦，恁都是甲讲好清楚，吼、哦，啥物要提走哦，啥物要清走，麻烦做风水，即个啊工作人员啊，甲因清走，啊，咱的保证金就行恁啊，吼，即、哦、有当时啊是。要用较善意的迄个态度来对待咱的乡亲吼，我相信恁的职政绝对有加分啦，吼、哦。这是啊，小弟吼、哦，真正讲爱对恁吼，爱方大家小做一个研究，吼、哦。拜托恁个较用心的啦，吼、哦。啊，再麻烦恁倒三工，再来那个你请坐，局长请坐。那个所以局迄个里长吼，迄、哦那个。咱有一挂安置的迄个机构，对不对？哦，是，尤其是这少年朋友这，
我是希望讲你要用一寡精神吼，去现场去啊加了解寡，是，吼，是，一寡代志吼。我较无方便直接讲啦，但是我这是你新局长来，是，我一定要甲你讲，互你了解一下，是，吼，一寡环境，吼，一寡啊，咱的各管理单位，是，咱一定要用一寡精神，去甲因整个甲了解较清楚嘞，是，卖互咱遮的啊子弟呢，去遐发生不该发生的代志。是是，哦，这拢是咱的市民，咱的人的时代人，是，诶，一块肉，吼，拜托讲，日后，是，对着这安置机构，恁爱用较侪精神，吼，去关心，是，吼，卖讲，这囡仔出去，无人管，无人留，发生什么代志？啊，那一句话，对不起，解决啦。是，无一个做一个较适当的处理啦。是，哦，我是希望讲，啊，恁个既然新的市政府团体出来，咱就要必须讲，对着恁家的安置机构吼，是去做一番的检讨，哦，该当袂用哩，嘛是袂用哩。是，包括是咱老人，即前辈即时代。在安置机构，你能去了解一下？是，好，拜托。好，时间到。以上是萧龙者议员的业务质询，接下来由张芬玉议员跟张廖万坚议员联合质询，时间30分钟。好，谢谢主席哈。今天是民政业务质询啦哈，我想是第一天，嘛是咱新的市政务团队啊，第一届啊接受咱议员的质询啦哈。其实本身今仔日嘛足无用的，但是我伫下仔吼，中昼我就来啊，我嘛在听讲吼，咱这个民政业务质询吼，我们新的团队啊，第一次面临啊议员议会的质询哈，大家欢迎个答询啊哈。啊，现任今仔日民政局长，你今仔变成是又是风头人物，明仔载新闻你可能够逃掉啊。我听足济吼，其中听到一个啦吼。听到黄世佳议员来甲你问吼，讲啥物三不政策吼，啊嘛去问到讲你以前甲你的这个事业有关吼。其实我感觉议事堂上吼，我觉得啦吼，互恁一个良心建议啦吼，该讲的讲吼，不应该讲的啊，唔免讲啦。你甲讲讲的吼，其实吼当官，我觉得你很豪爽，做代志嘛加积极。啊，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吼，在应答的时候啊，大家拢要催你啊，催你靠新闻啊。所以啊，有时候谨言慎行也是重要的一点。那咱是好朋友，给你做一个建议啦。不过，我想哈，新的团队在做改革，或者说做不一样的形式作风，当然有时候会引起比较大的这个阻力啦。哈，啊，不过哈，对的就做，啊，唔对的呢，莫做。哦，我想要不要来讲？我记得民政委员会每次咨询，我把这位民政委员会叫咨询，每一届咨询啦，拢会去咨询对了。嘿，大概拢会问的呀吼。我咧想讲，我今日要问这，应该冇人会问。个人啦吼，我看陈本天也冇问到啦吼。在咱合并升格之后啊，因为过去有县区，那么有市区，所以我们在区里邻的编定上面啊，有很大的落差。哦，你请坐啦吼，你先听我讲吼。啊，因为有很大的落差，我们在这个啊、台中市的里邻编组哈。噶区域调整啊，有一个自治条例，一百年先给了，六月份那就通过啊，好通过啊。都叫我看你咧回答陈炳天议员讲啊，啊，咱十六例吼，拢超过四千吼，所以吼，咱咧拟定一个制度来做一个分离啦吼。搞定，自治条例就是制度啊，自治条例就是咱市政府经过议会通过的根据啊。例太小的要合并，太大的要分离。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我也在想说，我想因为你是打来，吼、哦，要不然也许有很多事情还不进入状况，这不要紧，但是要了解，吼、哦，要最快时间里面了解，吼、哦。副局长有来无？副局长过去伫民政局无？哎，你请回答我。哎、欸，报告。
包议员，我为什么升格之后超过自治条例四千户的你不分？你敢回答？哎，我们跟张亮远报告，为什么要公然违法？那他故戏你都没处理。我从二月三号调来民政局，我之前是在劳工局。好，啊，但是可惜以前民政局的来，那负责区里调整的。哪一科？哪一科？会当回答我？专委有来无？我来。议员报告哈。黄科长。因为这个自治条例这个吼，是定了一个调整的原则了。什么原则？自治条例就是咱的法律，法律。对，就是讲咱既然要做调整哦，嘛是要依据这个条例来办啊。阮今嘛嘛已经。啊，为什么不依照这个条例来做呢？议员报告就是讲，你们自己定的，因为通过的。他说超过四千户之后第三条理智编组及调整原则，除了特殊情形应报请台中市政府专案核准外，依下列规定办理，对不？对，这里有两个三个。第一，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区就是起哭嘛，他的编理原则就是户数一千户以上四千户以下嘛，四千户就是顶端嘛，对不？第二种，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区，交通便利但是人口分散地区，它的户数编定的是五百至一千嘛，对吧？这嘛有客户的县区啊嘛，第三个，交通不便又偏远，然后给你一百户以上，加五百户，给你成立一个里嘛，这就是咱的法令嘛，对不？对，我们一百年升格之后才经过议会讨论通过，所以如果第七条，里林区域需要调整者，应于每届里长任期届满一年前办理完成。换句话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九号选举，令你前年的十一月啊，很显然已经有很多里超过四千户，已经有很多里需要合并，阿里侬白者。第七条规定，每届里长任期届满一年前办理完成，依据这个自治条例。并于下届里长选举投票日四个月前要实施。来，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做？最大的阻力在哪里？可以让你们行政单位不依法行政，不依自治条例行政。家己员报告，因为这是进前一届啦，吼，咱即马即届，咱你即马你都咧做啊嘛，你都了解你。咱即马已经冇请公所先去甲里长协调啊。因协调好，因甲计划报来，阮就会来签办。好，你请坐。好，副市长，我刚才吼也听到了，今天吼起来讲做这个吼企业可能较容易简单啦吼，做官吼话，我有听着讲什么你抱大腿，所以少奋斗十年哦。我感觉您来家做这个副市长是牺牲啦、折寿啦，讲真的啦吼，实在讲。这嘛足奇怪的逻辑啊！吼，啊，既然都拍赢，当然爱选择市长四年爱对伊政治负责啊。做了无好，用人用了唔对，都爱落台啊。啊，今仔日看有人嘛针对人事咧问啦，吼，啊，不要紧啦，吼。我想今天你来列席的业务咨询，我嘛爱慎重，吼，局长，局长啊，过去吼四年升格了，不遵守自己定的自治条例，结果造成吼，咱即马讲的四千户以上啊，的你啊。台中市的大里啊，四千户以上的啊，已经拢做十六里啊。那么十六里内底呢，其中呢，阮西屯区的惠来里啊，高达六千一百三十三户啊，人口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二啦，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二等于一个石冈乡的石冈区啦，的人口啊，吼、哦。啊，阮西屯区搁一个永安里吼、哦，第二大的五千五百三十七户啦。这拢早就应该分离啊！啊，我起来讲哦，恁都唔敢讲，拢是因为李长无同意啦，政治因素啦。如果讲啦，李长无同意啊吼，啊，就会当卖分离，卖叫自治条例啊吼，拜托你们赶快送自治条例来修正，哦，就是说分离必须经过里长同意，否则就不实施哦。安尼，我就依照这条例行。啊，若无安尼讲，啊，是安怎你议会通过的条例，你们可以。这样不做，这个因为大的里不分，小的里不合并，就产生了很多乱象。我去讲一个咧，你敢知影台中市
除了这些大利无法度来编，有十六个利四千户以上无法度编，还有甚至有一个零啊，一个零哦，一个零哦，依照你们的编定办法，最大的零啊也不过200户啦，哦，结果有一个零啊哦，你知道台中市最大的一零的人口多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哦，知道来，你讲来，你讲来，偌济人？应该是六百几户啦。哎、欸，啊，几个人你知无？数字我搁看一下啦。伫乌日区吼、哦，九德里第十三林啊，2229人。吼、哦，迄2229人吼、哦，等于咱台中市啊吼、哦。我你讲台中市啊，拢总几里你知无？你知影嘛吼？咱全部625里。625里内底吼，一个人哦，2229的人口。比160个里搁较侪，人口搁较侪，625里哦，其中有160个里啊，小于那个零啊，人口，好、哦，你听侪，甚至啊，全台中市哦，全台中市啊，来有几个零，人口是一个人诶，你知影无？一个零只有一个人。我即马知是安尼啦吼，咱介于二十户以下有1170个零啦。啊，关过200户的吼，有332个人。哦，你这数字有吼，恁阿好啊作业啦吼。我即摆甲恁问一下，这个荒谬性呐、啊，这很荒谬啦。荒谬性呐、啊，一个领只有一个人的，你知道有吗？一个领就只有一个人。一个领丢啦，几个人？应该是有两个，就是两户以上的。我跟你讲，我的助理去调29区的人，你我伫遐算啦，有十个人哦，十个人啦、啊，对，有十个人都是一个人。我的资料来，咱还够康林的，就125。哦，还够康林的哦。康林，我们现在一个零补助，一个月多少交通费？一零哦，都是差不多，咱就一个月2000啦。还有补助甲保险安尼啦。好，你请坐吼、哦，你看安尼有荒谬无？等一下，张议员还会计算喽、哦，一个零零长的福利啦，听讲超过50000块啦。我们一个身心障碍吼、哦，生活津贴啊吼、哦，嘿啊吼、哦，嘿一个月上济4700块，一年嘛无50000呐。做领地福利煞比迄个身障的生活津贴较悬，啊，佮一个人俩，拢免管别人。这样子的一个荒谬的现象存在升格之后已经四年啊。我若大概建议吼、哦，我拢得失人，啊，甲恁讲啊依法执行吼、哦，恁佮听无？去甲李长讲讲，等下就刷。好、哦、都刷、啊，所以啊，李长，不是，那个局长啊，蔡局长，我跟你问哦，你主要讲嘛哦，全台中市现在按照自治条例，4000户以上，爱分的有规律，现在爱分的就是16例啦。好，我跟你讲哦，我们的自治条例其实还有不足，应该要修啦。那台北市我看他们这个区里编定的自治条例哦、嗯，他们还会预算哦，像台北市嘛是4000哦。但是因为台北市跟现在台中市的人口集中区越来越像，他只要、哦、预估未来四年这个地方盖很多大楼，可能会增加2000人以上啊，他就给你预分离了、哦、这个啊都、就是会当来减少那个里邻因为人口落差，啊，咱编定都是按照邻里为单位啊，或者2400块，这个一个里的一个月的办公费都、就是业务费都是安呢，哎，这大小里大小邻。这个也是大小眼啊，你们根本没有办法，这种大小里大小大小眼啊，也是大小里这大小里大小眼啊，哦，大小这挤拢赶快啊！这里林边店乱象升格之后，无菜单就要变直辖市，升格之后啊，无法度改。啊好，今嘛你今仔伫遮吼，我感觉啦吼、哦，对你当会欣赏你的人哦，讲你真有魄力啦。认识情况啦吼，啊无欣赏你的，讲你状况外啦，讲一堆啦吼。我感觉讲吼，你甲带有法度甲带无？你要改无？改啊！爱改无？一定爱改。会不会因为政治立主人就不改？不会啊，不会。一定爱改。会去像有个人去协调讲，啊，着某某议员主张爱分啦。迄里长我走来问我讲，你是啥物阴谋啦？我讲我有啥物阴谋？啊，着自治条例安尼定啊。你就是、啊、你就是爱改啊。我先甲议员报告来讲，咱即摆先安尼啦，先主观的先啦。吼、哦，咱就是用新界各讲的啦。吼、哦，啊来，伊讲坚持袂，咱就是照咱自治条例行安尼啦。
啊，你安尼讲安尼富裕，你就是讲爱你嘛，就是爱改嘛。爱改啊！我跟你讲啦，吼，我北区我唔知啦，吼。阮台中市啊，西屯区哦，迄两里吼，都是一直拖拖拖，合并前都爱改啊，爱分啊无分，合并了佫甲你定四千五，对迄种3500哦，佫甲你提高啊四千五，哎，结果嘛佫超过啊啦，对啊，变5000-6000啊啦，佫无爱改啦，爱改啦，这上就啊人口1-2万人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乱象哦，这个乱象讲真咧，你若无爱改吼，无猜84万人咧支持市长啦。今天不管吼，人啥美啥物政风处都明明都赶快，遐人一条辫咧讲啥物锦衣卫，讲啥物我迄个能力遮尔好，但社团拢做理事长，迄个胡伦祥嘛做总干，诶副市长讲人抱大腿让做副市长，我觉得吼，这个人家怎么讲都没有关系啦，你就做出来，对的就要做啊，人就敢无讲啊，吼，就该无讲哦，第四人嘛爱做啊，条例都安尼啊。无，你就甲附带一条，讲落来你就同意，啊，迄个代志，对不？这是由各区公所去协调，我去协调一届叫美事，啊，结果我讲，阮红骂袂要紧，但是啊，阮要坚持，恁却不爱坚持啦。啊，你以为通过这自治条例通过假的啊？哦，啊，无你甲收到5000-5000嘛，你甲收到6000-5000嘛，对不？其实我跟你讲啊，台4000户已经是顶端了啦。4000户已经超过10000人口了啦，10000人口一个一定关10000人口公斤的吼、喔，那实在是讲哦、喔，那和平区啊，和平区你知影吼、喔？和平区偌济人你知影无？10000几人咧。哈、啊，万通人啦，哎、欸，万通人咧。啊，台中市吼、喔，10000人以上的里吼、喔，有几个你知无？10000人的一万人人口超过10000人的里啊，有几个？我这也无调到。恁拢资料拢有啦，我跟你讲，有33里啦。有33里的人口比和平区的人口较侪啦，安尼有荒谬。和平区很特别，我们不要比啦。石冈乡的，啊，黑五那有落差的，我们在其实人口那个城乡有差距的哦，我们在那个户数的规范上已经把它分3级了，也都有自治条例，都有依据可循哦，我们是无哦，哦，啊，很特殊的情况又可以让你报准哦。这个我刚刚加弄不起有什么特殊情况，有那个一领一个人的，有2个人的，10人以下的领也一大堆啊，弄不咧精蹲啦，这该得处理啊，爱处理，哎，一领2000块，差不多车马补助费啦，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福利啊，我跟你讲，唔该你得做成我讲安尼，哦，一个领一个人，你爱钱煞逼起来身心障碍，生活津贴一个月一年你也较济，那有道理，哦，以下来请张文义议员继续。谢谢主席哈，副市长跟咱家的局处首长，还有我们的区长们，跟大家辛苦哈，啊，跟今仔日劳动节爱上班的媒体劳动员工，大家好，他都啊哈，一直讲到咱的关键字就是楼主啦哈，然后不管是头版头还是最佳男主角啦。蔡局长，我还是要给你鹅肉一下了哈。咱这个公务员哈，安尼透早5点要来加班的哈，实在是很少了。但是局长，我只要给你提醒哈，希望你不要像刚才陈世凯议员跟王立任议员因提起来气球安尼爆肝去啊哈，一定要小心了哈。那我觉得今天一直讲到府内人事这个问题哈，当然有很多不理性的字眼哈。我认为在这里我们要再重新再定义一次哈，咱这个公务员呐，愿意来勇于认识，来力求表现，那我们就让他有升迁的机会。我相信副市长跟局长，你们在企业里头，我们都是这样的精神在经营的了哈。为了咱的企业的进步哈，我希望大家各位在座的首长们哈，大家都用这款精神呐。我相信这个。流动哈，企业里头组织的流动是它一个活力的牵引的来源呐、啊，啊，大家共勉之这样子。那刚才张廖议员讲到很多，等于温能威哈对这个邻里重编这个事情的问题哈，其实哈，我本来是要甲局长讲吼，要报你一个好康啦，伊就先报你啊。咱5月你唔知报税阿未啦哈，本来我咧想讲哈。那哪好被报税哈，总是希望能退税啦。我们找到这个好工作，就是领导一人的领导哦哈，伊差不多编5万，好一年啊。
啊，等于讲伊一年都是退税五万呐。我本来嘛想讲吼，招你来，咱来这款林吼，咱嘛来个入籍一下，咱嘛来做迄个一人林长吼。其实，在我的选区哈，就有四个林是这样，所以刚才可能少算了一点。这样的林哈，九弟你知影咱台中几林无？几人诶？几人诶林？几人？都要十。十三个，十三个地方有这么好退税五万块的哈，五万是安尼算的啦哈，你都一个月两千啦哈，交通费嘛哈，啊你的意外保险哈，啊报做按每年的3100的那个文康费用啊，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我觉得今他都要讲到的迄个乌日九德。132229人的那一林呐、啊、哈，再加上我们单金马共的迄个一人服务一人的，家己服务的啦哈，拢赶快是五万块的编列预算哈，这件事情民政局可能要好好的去想啦。这个代志哈，虽然是在刚刚讲到的理之下啦，可是一样的道理啦，其实迄邻里哈也变作讲。大愈大，小愈小哈，那是自然形成啦。因为这个所在那是交通好，对不哈？商业繁荣啊，适宜人居啊，就大家一直来，就好探家人就来嘛哈。那今嘛在讨论的，就是主要就是他都要咱讲对诶。但既然是语法有据，就不要再回答我们说，其实我已经那么猛鬼哦哈。啊，咱的民政局官员都会跟咱讲，啊，咱就是爱迄个立场个人意愿呐哈，立场个人意愿就。讨论的这无限上纲啦，因为这个有政治利益，有个人利益嘛。那这个物件也愈来愈多，就是讲咱用医学的观点啦吼。那那些癌细胞吼，都一直大一直大一直大吼，啊那迄个坏起的物件一直萎缩起吼，那这个都是病态啊。那在就医疗的观点来讲，我们对于这样病态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刚才里长有答应说那边分离，但是。对，局长，你讲到，你讲到，嘛是爱个问因对无吼？吼，意愿先的。我讲意思讲，咱尊重啦，吼，啊，咱议会决定是安尼，咱就是爱去做。啊，我先个尊重嘛，吼，啊，要分安怎分？先互伊讲，你这一定爱分嘛。你已经几万人啊，一万六千几个人，你根本一个你都用要比，敢若讲遐侪，你遐侪，所以我。都先叫区公所罗先来问安尼。是局长，我要提醒的是说哈，他那个诶聚集人口的所在，就真紧就个就个人个就挤起来，就我咧讲癌细胞就是安尼啦。当然这比例不比喻不一定很恰当，可是它会越来越大啊。那你现在不把它做一个前瞻性的组织分割哈，你很快这里又开始一堆人，然后这里又没有人，里跟邻都一样啦，所以。但还是要强调这件事情了哈，几个人好不？几个人跟几个人好不？2229哈，那个是2229倍哦哈，这样子的事情还是要请民政局要慎思哈，能够很快的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且要走在前面哦。也许这里你讲康林的嘛屋嘛，一路来的路波浪啊，一都波浪登来那一种的，要赶快给他整编嘛，不要再编五万块给他。好。谢谢局长哦，谢谢局长。好，谢谢。再来要讲到这个，其实是台中市的小小的地震呐、啊，不是现在那个地震那么大，但是事实上还是让我们的基层民众哈、哦，觉得说这台吉那也变作安内了哈。其实这个调解委员会哈、哦，其实是应该是。局长能不能回答一下他这个产生的流程是怎么样？主席议员甲议员做一个报告，咱调解委员会委员的产生，伊是分做两阶段来产生。第一阶段就是各区的区公所，伊经过遴选委员会加倍提名。第二阶段就是这加倍提名名单送去予地检署甲地方法院来联席审查。所以在产生的过程中，因为有两个阶段的关系，无论如何，每四年拢有一半的人会去予司法机关刷下来。这個、意思是讲，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司法机关的面顶。请问局长哦，法务部或是地检法院，他有编列预算来补助
这个委员会的行政费用，或是他的所有的产生的业务的费用，这些事情他们有编列预算吗？这明明是地方自治嘛，这是不是地方自治事项？请局长回答。你牵涉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法律叫做地方制度法，第二部分的法律叫做乡镇市调解条例。按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条规定，乡镇市区的调解业务是属于直辖市县市的一个自治事项，所以议员讲了无唔对，调解委员是咱台中市，伊的费用伊的负担是咱台中市来负担。不离过之乡镇市调解条例内底，伊写着讲伊的审查权是属于地检署，是属于地方法院的联席审查，所以会形成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互动关系。就是似乎有时候法院地检署也可能借由他的一个联席审查，影响到了我们的自治权责的运作。谢谢局长啊，我这里有一个地检署与地方法院审查调解委员会的标准，明确定定的参考指标，这个是103年6月20号的函哈，它是一个参考指标啊，它并不是。它就是方法啊，就是要遵循的那个1234的方法，它是一个指标啊，所以我们很怀疑就是侵犯了我们的行政权啊，这不是市长的人事权吗？这不是应该是地方自治应该要强力主张，这是我们自己府里头的事情啊，那现在法院管到这里来了，哪一天法院还要管我们什么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有一点点肩膀，然后说一下我们想要我们地方自治，我们自己管自己，我们自己推自己的人选出来。这个部分哈，真的是涉及到地方制度法跟乡镇市调解条例的竞合问题。那从地方制度法的这个角度来看，既然是属于自治权，理论上我们应该就要有决定的一个权限，决定的一个空间，可是因为地方制度法第一条第二项它又规定了一件事情，地方制度适用本法的规定，也就是地方制度法的一个规定，可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时，还是要依其他法律的一个规定。换句话说，因为乡镇市的调解区公所的一个调解业务，由于有乡镇市调解条例另外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它就有可能产生司法权似乎在影响自治权的一个运作，可是因为它是对应于地方制度法是特别法，那站在这一个主管业务机关的一个立场来看，最后我们也只能尊重法院跟地检署联席审查的一个决定结果。所以结论就是说，下一次下一届他还是可以实质的侵犯我们的行政权。我觉得在这是不是咱以后要自己有一个内规，还是说咱有像一个版团，我们不可以，我觉得台中市议会、哦、要有 guts、哦、要跟这个法院跟地检讲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啦，因为他这个只是一些参考指标、哦、然后他也没有达到。我想请问局长，他的他当然有他所谓绩优的三分之一，然后他也有什么鼓励女性的三分之一，那他的汰换的三分之一在哪里？今年的汰换率有到三分之一吗？今年的一个汰换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他联席审查的一个结果是以现任者优先，也就是原来的调解委员优先留任，那他考虑的一个这一个指标主要是原来的调解委员他的一个调解成立率、法院核定的比率、调解委员他的出席率、调解委员他参与调解的案件数，还有调解委员他调解的服务满意度等等等去做规范。那去年这个法务部的一个新标准，他做了一个规定之后，他还加了一项规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签署了 CEDAW，已经有了所谓的女性禁止对女性做任何歧视的一个公约的一个签立，也有相关的一个施行法，所以原来乡镇市调解条例里头规定女性的比例不能够少于四分之一，那法务部是建议要酌增到三分之一以上，所以这一次的一个留任的一个结果几乎就是现任者优先，几乎就是女性优先。谢谢局长了，可是
老实说啦，咱公共占你这啦，在地方上大家都觉得这一次都不是什么三分之一什么什么绩优什么汰换呐，这一次就是颜色了。这个问题哈，可能是我们基层的愿意出来参与这些公共事务的这些基层的乡亲哈，心很痛啦，因为搞不了怎么变作颜色安尼啦。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哈，是希望说。局长这边，我们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让有什么方案哈、哦、来解决了？当然，我相信这一时三十分钟可能也讲不清楚了哈、哦。那我希望局长这边能够有，我们以后有这个案子能够提出来，让我们下一届的调解委员会，各区的调解委员会是由市府这边来决定的人，不是由法院来决定的人，他其实没有实质来圈选的这个权利的。好、哦，阿莲娃吉东阿德喜公哈，这个也是乡亲很在乎的事情，就是那个消费争议的这个件数年年增加。那我现在不要问局长说有多少件了、啊，他就是一年一年的在递增了。那这些委员哈、哦，也当然都是非常的辛苦了。那问题是讲吼，会使让因就是有争议的时阵吼，咱来各区的迄个市政服务中心来进行协调吗？现在是都要到市政府啦，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子的那个权宜的方法可以来进行？这个部分我们在做进一步的一个研究，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做法来讲，除了新市政大楼这边设有服务中心之外，我们在丰原的部分也有设有服务的一个人员。那是不是能够再扩大我们服务的一个能量？山海豚之类的、啊，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让大家更方便哈，那的消弭这些纷争。好，谢谢。好，以上是我们张芬玉议员、张廖万坚议员的啊联合质询。那接下来我们请郑公敬增议员业务质询，时间15分钟。好，多谢主席哈、哦，我今仔日先送一挂康乃馨哦。啊，代表母亲节要到啊吼，啊，甲大家执政团队多谢者，吼、哦、啊，哎、欸，副市长我送你啦，啊，你啊提东西我恁老母了，哈、啊。谢谢议员，谢谢。哎，主席有甲送无？主席啊，有吼，有啦吼，谢谢。好，安尼，咱个记者小姐先生吼，啊，咱个主席副市长，咱市政府各级，咱个首长吼，啊，大家有安，大家好。好。哦，啊，康乃馨嘛摕啊吼，啊，今仔日嘛拄好五一劳动节啦，哦啊，局长啊你。过去国民党伫执政，五一劳动节吼，阮定定甲骂啦，安那去食节咧？你知影今仔日日本什么节日无？黄金周。台湾嘛是呢。哦，啊，下再某人讲到这个星期一礼拜总共要做几点钟，伫台湾较适合？对雇主、甲对业者、啊对劳工较公道，你的看法呢？
我你讲一下啦。报告议员哦，那首先因为刚刚也有几位议员都有提到我们记者先生女士的工作权益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今天因为大家节日还要出席哦，我们在这边致上最高的敬意。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就是说业主也一方面可能有跟劳工有做过一些协商，那这部分我们会去做了解哈，是不是有符合我们劳基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针对郑议员所提的，其实我们目前就是会跟过去的政府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哈，我们会采取比较主动积极，然后用整合资源的方式，看能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因为全球化经济的关系哈，然后产业需求变动很快，然后再加上整个人口结构的变迁以及弹性运用人力的这种方式非常普遍，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些复杂的因素所导致的一个复杂的劳资关系，所以目前劳工局的任务是希望在稳定劳资关系跟保障工作权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希望能够做以下哈七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来提升整个青年的一个就业跟创业力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从就业媒合甚至到就业稳定这样的一个措施上面来提供各种的就业跟创业的协助措施。然后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吸引产业进驻到台中市，而且是求财，是求我们在地的市民。好了，我知了哈。第二样就是咱的外劳。外劳正咱的第一广场，拜六礼拜，煞用要变外劳聚集的所在。啊，遐嘛是一个商机啊。是。对不？啊，你外劳这部分你哪能管理？是，报告议员，有关那个第一广场那边哈，目前市长其实因为那边要解决外劳的问题，其实不能单从外劳的管理这个面向着手啊。目前市长已经把这个整个中区再生有定一个计划，那个部分也包括如何把第一广场做一个转型，然后让它发展成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商圈。那有关劳工局的部分哈，我们还是会积极的依法来协助这个外籍劳工的一个管理。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目前警察局也有做每个月的一个联合稽查，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协同处理。那第二个呢，我们本局外劳科也有做一些法令的宣导，所以会让外劳知道说，在我们这个台湾这边生活的话，应该遵守哪一些法令啊，还有一些民情风俗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呢，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就是外劳的一些我们说演讲比赛或等等，然后让他们了解哈我们本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然后用这种融入本国社会的模式呢，让他比较能够体验哦，要遵守我们这边的一些民情风俗习惯。哦，以上报告。来，你请坐哦。那个咱社会局吕局长，四项给你请教。咱即马社会局对这个长期医疗看护的部分，你的感觉是爱安怎做？议员所讲的迄个是有关老人，还是迄个长期医疗的啦？哦，咱即马吼，咱政府即马会推出迄个有关于迄个长期。来，我四个问题做一解问，你做一解回答。好，来。哦，第二个就是讲，你这个社会局所补助的团体。足侪人投诉讲你拢大细目，恁的标准伫底啊？好，哦，啊，过来就是这个第三哦，外籍的子女，因的就学，甲单亲妇女的就业，恁社会局安怎安排啊？第四样哦，我是感觉讲，因为今年的正月，我有办一张节油围炉。晚午宴，我办100桌，结果阁爆满。你针对这个节油的部分，你社会局要安怎处理？你节油的部分，三个单位拢去甲阮囥伫后车头，后车头煞用要变节油，所讲所以啊，对无？包括玛利亚迄个妇女团体的妇女，所讲所。现在也要在台中街啊，你们都没去关心，
是。咁对以上四项呢个局长，你个看法咧？是。感谢啊！感谢议员这个提问啦。啊，我是唔方便啊，我有变吼，安尼来回答。第一个吼，有关于咱迄个解药吼，迄个部分吼，咱即马台中全部，咱即马等那个，咱即马有辅导吼，拢总有157位。有157位啊！即马向议员来报告哈，咱157位里面，都话说讲诶哈，迄、那个女性皆有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有掌握大概是16位啊，16位即马咱即马是迄个撒玛利亚哈，基金会哈，撒玛利亚因即马有咧辅导啊，即马用来向你的议员报告来讲，偌济人撒玛利亚偌济人？16位，哎、啊，200几万的装修费用啊，恁即马是安那共用？不是，议员讲200几万呢？即马，阮遐有一个人一间公务，就伊做收容所啊，伊毋是讲有甲你申请，问唔对，问唔对，对啊。哎，即马咧，先用议员先报告，阮即马是咧整个迄个游民哈、主要的迄、那个，咱主要迄个政策上主要也是讲先初期还是先安置啊。安置了，阮即马过来哈，有一寡迄、那个，我其实我感觉上重要还是要辅导就业。好、哦，辅导就业的迄个措施啊，这个部分，阮即马已经有迄个环保局，好、哦，啊，遐人都唔做，你要甲就业，要甲安置是对。先向议员报告，伊当然咱即马吼，迄、那个游民的成因是足复杂的啦。是啊，有以后因为含家庭吼，未拄好。好啊，冇因为迄个失业关系，最近啦吼，特别2008年之后啊，其实讲那些有个人伊就是爱自由啦。好、哦，阿阮即马上主要是不管安那，上主要阮咧总是爱辅导工吼，上好伊上重要嘛是爱回归正轨，所以正轨的我看这四项哦，你用书面给他回答啦。哦，是好。哦，好。啊， OK、你请坐啦。来，感谢。好啦，咱即马副市长。有。买，我看有一项代志爱甲你麻烦啦。哦，咱民政局这边所有的区域。公所、户政事务所、卫生所，你像南区、西区、北区、北屯，拢已经三合一啊。敢若阮东区户政事务所伫和平街，卫生所伫信义街，东区公所搁去侵占同信里的活动中心。去吃官庙公，怎啊共赶出去？即马东区公所家己利用，啊！你这敢毋免替阮东区的百姓想看，讲要安那三合一，甲南区共款？你看有需要？你砸侪钱？敢有计划无？咱先请教者。有三合一的计划无？拢也无啦吼。啊！即马敢干啦？我那完全拢无啦，也袂呢。安尼我看，副市长你请坐，来边仔一尊吼，今仔日的主角，我是来做拍摄，甲你叫的。无啦，我那讲这，你这我那是简单就好啊。那我讲，迄区公所有够大啦，你讲要搁去吼，要合作会就对啦吼。对啊，啊合作会来讲吼，我是感觉讲，咱嘛袂使。无啦，你这届有可能啊，无啦，无可能，我甲你来想办法啦。这届无，那伊我无可能，无可能。好，你请坐吼。头拄仔康乃馨有看啦吼，代表讲要送母亲节啦。但是咧，头拄仔何文海讲诶，母亲节咱市政府办诶吼，愈来愈凊彩。哦，刷咧母亲节即摆煞表扬变做啥？变做里长诶专利，伊爱报嘛。啊，有一阵甲伊选过里长诶迄阵人。永远都摕袂到模范母亲，无投予里长的，永远都摕袂到模范母亲。这咋济人反映？民政局恁敢唔知？长久以来，母亲节的表扬，迄、那个拢一定甲里长做好个啦。这你敢免注意者？我做里长其实呢，爱注意，对唔对？啊，你要安怎解决？爱叫小的叫解决，我服你啊！你长报个，小的叫局长，你来坐咧啦，我别倒。向议员来做一个报告啦。你讲副市长，我要找你，就是安尼。来啦，大家点坐啦。副市长，安尼，你看无？
还是迄个最近来遮有较忝啦，迄个目睭较歹。无啊，小局长，我叫你坐咧，我也无叫你徛徛咧。无，咱即马是来副市长来念。啊，过来。啊，那边的听无？那边的啊。啊，你慢慢嘞。黄正清啊，你有看无啦？安尼你看无啦？哦。我要考考恁家的执政团队吼，因为我做九年的反对党的议员啊。我现在看那些反对党在跟你骂喔，才想到以前我真的很抱歉，但是呢，你怎么要应答这贴送你呢？人家你骂喔，腰比较软的，嘴比较甜的，不好硬要跟人争，面比较笑的，那副市长对吗？嗯，真好。所以让骂要知道感恩啊！伊就袂好白甲你骂啊，反正伊是直接骂骂啦，私底下去甲你拜托啦。这一向是反对党所做的工课，哎呀，无法度啦。吼、哦，哎、欸，主席你免笑啦。吼、哦，过来你免甲伊讲是非啦。针对问题，问题吼、哦，只有对错了，不要在问题里面找问题啦。要看问题，解决问题的。哎，有诶，婆婆安尼底下你较钱，尤其是迄个蔡大局长吼，我咧讲对问题啦。哦，过来咧，卖去找缺点。人哦，拢毋是圣人啦，一定有缺点诶，无缺点都袂提出来讨论，都袂甲你骂啊。好，时间到哈、哦，我们。啊，以上是政工经理员的业务咨询啦，哈，其他来劳累总咨询啦，哈，好不？好啊，大家，所以咱来啊，由咱啊张丽姐议员跟李荣宏议员哈啊联合咨询哈，时间30分钟，请张丽姐议员先发言。啊，大会主席、常务市长、各位列席官员。啊，媒体各位朋友，啊，大家午安，大家辛苦。这个等一下，本席要请教法制局的翟科长，请到旁边准备列席哈。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民政局长，你这个百日游感计划哈，里面所印出来的东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一项是你们民政局？平常不应该做的，现在你特别用心去把它做了，你能告诉我哪一件？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了，都是应该要做的。对，那你就要花公帑把它印成一本书。哎，那我告诉你，所有的市府各单位都要跟你一样印一本，全部都印百日游感。但实际上，我告诉你。你这本的百日游感啊，你告诉我是说要送给里长，对，但是我请教过里长，里长给我的答案是说，因为这里面都是市府应该要做的，平常他们都在做了，也配合市府在推动，那你今天特别提出了游感，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游感，你是怎么样感觉到他们游感，你说一下。他没有真正的去看到，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我的用心呐、啊，哦，比如说我的这个殡仪馆的土卡无分晒了，面顶无电线。我告诉你，那个本来就应该的，我也看过了、啊。你说你上面搭了帐篷，啊，玉皇清明时节雨纷纷，我跟你讲，那破浪石头打，以前都拢打过。我大姐固定的。哦，我跟你讲啦，大姐固定的吼。反而不见得对地方有帮助了，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其实今天这个百日游感计划呢，我很想跟你探讨，
因为今天我们的同仁黄其佳议员曾经跟你提到，今天你能够很有荣焉的为你光大家门，你今天能够当官，所以你在山中都会有远亲，因此你今天告诉我们说你当官之后你的感觉，尤其是你的父母非常的好。各位，现在是什么时代，你还在享受你在当官，所以难怪你会百日有感嘛。所以在这一本的百日有感，实际上应该把它修正为民政局长家族，民政局长当官家族的百日有感才对吧？你要不要接受我的建议？还是较好啦，较省啦。无啦，咱为百姓吼，无咧为讲什么人啦吼。啊，这是我私人的问题啦吼。啊，我知你是好主，你啊今仔日足拍拼，足认真。啊，但是你会记哩哦，你今仔日是替林佳龙市长来执掌天下第一大部，就是民政。这个民政业务牵涉到太多，你只有沉迷、沉享受在这个当官有感的里面，你会害死林市长。我现在先跟你说，我们以后还要探讨的事情太多，那么这一部分，我希望你这本呢，以后真的不要再印了。你这次浪费这个公堂，我也不想追究你了。因为你雄雄吼，会当来做官，光大门楣，和恁家的人会当扬眉吐气。啊，行出去卖讲有风啦，啊，和你逐天会当有粉丝，而且享受这种快感，一百天都有够，都多好啊！收收起来，真正投入你基层的民政工作。尤其前草民政局长，很多地方没有为前草的市长做好的事情，你要去了解。从区里面区长的派任，里面干部的派任，户政事务所各个主任、重要干部的派任，没有到用财用人为财，一种公平正义原则，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心声。本席建议你不要重蹈覆辙。你如果再这样的话，你会变成下一任林市长竞选时候的对手的一个最佳助选人。我很庄严的在这边提醒你，把过去你所能看到的、你所知道、听到的缺点好好改过。啊，你吼，跟你讲上节目啊啦，你都皮咧，一皮天下无难输。哦，啊，咱即摆来讲一下别行，好，你坐咧轻松者。我知你等你个血糖要升高啊，你有甲头疼啊，我知啦，坐啦，坐啦。啊，请翟科长到前面来，请到备询席。你到报告台来。我们今天，我想我在跟翟科长探讨的过程里面，我请张副市长听清楚本席所询问的每一件事，翟科长所答复的每一件事。我们在行政程序的过程，公务员立场、执法的立场，公园本身所做的这个行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渎职？这边有政风单位吗？请举手，好好听一听。本席也想请教你们。好，翟科长，我请教你，102年11月的时候，你担任的职务是什么？是报议员，那就说当然是法事局采购申诉审议科科长。你的经管业务是什么？就是采购申诉审议争议，还有调解行政和法律辅助。还有调解行政法律 ，OK。那你在11月22号到25号这三天，也前面两天是星期六跟星期日。25号是星期一，你25号星期一是用什么理由参与大雅区调解委员会的参访研习行程？是，啊，远在11月25号是星期一当天，是率队就是跟大雅区调解委员会到台北市文山区调解委员会去做参访观摩。
讲话要负责任，是，因为我全程都给你调查清楚。十一月二十二号到二十五号这三天里面，是，你二十五号写的是什么？是公价，公价公差，公价或公差了。公价公差讲清楚，一直差会差很多。是，应该是。主计单位，公差是不是要付差旅费？哪一个主计单位在这边回答我？那法制局长，如果你的下属公差回来，是不是要申请差旅费？要不要？我这边如果看到有，你先回答要不要嘛？你给我查清楚，102年10月25号，我们翟科长回来公差有没有报差旅费？查清楚，会后马上答复我。好，现在马上查。好，你十一月你说是25号公差到台北，来，本席告诉你。你是从11月22号，你西家带眷，一家四口参与大雅调解委员会花东之旅，有没有？有有。来，华智局长，我请你，公差期间可不可以西家带眷？局长，告诉我。公差就是公差，没有说西家。靠近麦克风，声音大一点，本席有点耳背，听不清楚。公差就是公差，要公差就是公差，不可以，不可以西带。好，给我查清楚，要资料我给你。十一月二十二号到二十三号两天休假日，本席不管，我专门针对十一月二十五号，你在整个参与的行程里边，你是沿袭，而且我请教你，当天你们全家四口参与这个活动，有没有缴费？有。不要撒谎哦。对，我都给你查清楚了，旅行社哪里办的我都查清楚了。是，你要缴，人家说不要缴，是代表会主席帮你付的钱，对不对？报告，这个我确实有交给这个调解会主席一个人。你自己怎么样讲清楚？对，那这笔钱我确实，政工单位给我听清楚，他如果再撒谎的话，我们罪加一条。报告议员，这笔费用确实，大概我记得印象一个人大概是将不要讲确实印象，本席要你答复就是 yes or no。对，这条费用已经有当场有交给调解会主席，然后人家退给你，对不对？啊，调解会主席是要退，我说这个不能退，这是属于个人行程的一个部分。好，来，局长，你的部署是这样，经管业务跟业务相关的接受这种招待，给我查清楚有没有这回事。那我们会查。所以因此我就会联想到一件事情，请你记住，当你这次调解委员会在改组的时候，本席再三的很多次电话告诉你一件事情，中间因为大雅区调解委员会牵涉到一般选举人员，甚至牵涉到下届调解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其中有一个委员他是提到想要竞选下届的主席，所以这次你因为有接受到前面主席的招待，所以你联手把他做掉，你会笑，这是法院给你的，法院所做的事情。刚刚我们张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本席要跟法制局长讲，你下年度预算如果再编各县市、各区域的调解委员的经费，我们给你删除。为什么？这是司法业务，不是行政业务。司法院为了只送习送，减轻他们作业负担，把这个工作丢给行政单位来做，我们没有理由接受。局长，你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他们委托调解委员会做成了调解结果之后，去减轻他的双员，是不是这样？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因为是有这样的现象，本来就是这样，你不要用这种搪塞的解释。所以我跟你讲，司法院有司法院的业务，有他们的经费，国家有给他们
相当的待遇去处理这些事情。今天民众的法治交易是另外一回事，造成了司法中间民众的争议，老实说是由司法院要去处理。凭什么行政单位我们要花公家的资源来去做调解，我们付一笔钱养一批人来去帮司法院做事，然后所有的决定权是说啊由他们来核定，然后即使由他们核定，我也对法院这种核定的内容我有相当的争议。今天你们大雅区只换一个委员，这个委员我调过你们给我的资料，他也受到我们市长讲，他担任的时间13年，如果说他不适任，他为什么可以做13年？你告诉我，我就不晓得你理由何在。第二个，他调解的总件数76件，达成率68件，他的达成百分比是89.47%，在整个调解委员里面他排名是第6。你今天即使要换也轮不到他换，你说他学历低，那你之前为什么可以用？所以中间老实讲还是黑箱。你刚刚的行为令我不禁想起来，我合理的怀疑画上等号。法制局针对刚刚我所讲的这些事情，你们给我写一份报告，下礼拜三之前交给我，调查人情形，还有你们要去给我查清楚，4个人参与当场付钱，可是人家没有收，我有人证，我有旅行社做证明，我有其他的委员做证人，必要我可以提供。我们务必查清楚，今天台中市政府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公务员跟你业务有关系的时候举家全家大小接受假借公务名义接受招待。张副市长，我想听听你的说法。当然若听呢，我是嘛感觉真诧异啦吼。当然虽然我对这代志无真了解，但是我若回答你的问题，我感觉安尼是不适当。你有法度查清楚无？我会。你的客观无？哦，客观同的是爱客观。官官相护无？应当袂吧？啊不，我来要怎啊？我小可会惊呢。哟，袂啦，我这叫嘛应当。啊，我来要求3天的报告，恁也袂错，我予恁一礼拜时间，恁做清楚无？人时地物证人所有比例，我跟你讲，我都有。好了，感谢您赶到。今天我敢在这边举发出来，嗯哼，我就有相当的证据。本席一向的个性是，在这边举发任何事情，我都愿意抛弃言论免责权。我跟你讲，我不会无端放肆。我跟你无怨无仇，而且过去在台中县也是老朋友。但是今天我们调解委员在改组的时候，外面的风风雨雨，法制局的作为，法制局很多事情，你尤其是你是主管科长，瓜田李下，避之唯恐不及，你却趋之若鹜。局长，是这一次的改组过程，你不妨也再做了解。前面既然有这个例子在，这中间有没有发生其他问题？有没有接受药验？有没有做其他的接触？你愿意查吗？愿意。那也非常感谢议员，因为我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本席耳背。多谢议员的指教。那因为我是去年年底才就任，我跟你讲，你去年年底就任，即摆是我咧讲是民国104年元月1日以后的代志，你会使查无？会使。查一个清楚。我来甲你玩弄，爱予你一个清白的交代。那无，我们一切依法办理。好，你请回。好，谢议员。那个关于法制局的部分，我们李荣宏议员他还要补充。啊，张副长，请坐，请坐。啊，欢迎主席以及我们各级数的哈，事务团队哈，啊，我们。
远同仁了、啊、哈，后面最辛苦的啊记者媒体然、啊、后，我看是安尼啊，肯定啊，区长较无迄落，我今日无要问区长，区长会使先我转下无啦？啊，民政局的局长，哦，主席啊，区长会使先我转下比较紧啦，我要问华主席啦，你还十五分啦，你还无偌久。好，局长可以先离开哈、哦。我要但是没有固定怎样解。好好，那无就无法度。那就，嘿，我这下是赶快啦吼，法主持啦吼。我们对这处啊，你请坐，我袂问你，你慢些起来嘿。对这处的这个调解委员会改选是安怎样啊？改选，你拢讲法律那边调整的，但是啊，吼、哦，以往啊，应当唔是安尼啦吼、哦，以往应当唔是安尼，你拢讲。啊，这个调解委员啊，是法律内迄个做调派，吼、哦、啊，但是啊，应当唔是安尼啦，吼、哦，应当唔是安尼，所以即届这个调解委员啊，我是感觉足无合理的啦，吼、哦，足无合理的。过来调解委员会吼、哦，每一个公诉，你们有没有资格？有无？拢无没有职务嘛？外面你慢些起来的，吼、哦，你慢些起来的，通通没有职务提名，这到底什么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吼、哦，过来啊！调都我们张议员的也有讲过，调解色素非常的多，非常的好的，恁有诶甲拍掉，啊有诶啊，讲到爱什么议员介绍来使去未？这是不是有这个代志啦？吼，你听好，小丹，你也答复我，吼。所以啊，这个问题，吼，这个问题关系到讲各区啦，吼，各区啦，吼，各区的调解委员会，吼，所有的改聘的，这个名单，吼，所有的改聘的，无聘任的，旧的无聘任的，甲新改聘的，吼，啊，无改聘少的。哦，法书记，你这边都提供爱提供给本席，哦，有改聘的，无改聘的，哦，啊，过来他的助理啊，助理啊，调解会唔是讲安尼凊彩叫一个来就会使，就会使调解，所以调解会啊，相当拢爱一定啊，爱有一挂助理，爱有一挂经验吼，那我都来调解啦。所以你新聘的吼，新聘的诶，这个调解委员吼，新聘的哦，吼，你这个新聘的咧调解委员，在我接触的时间吼，新聘的拢爱到位，哦，新聘的拢爱到位，我要来看伊的资历，你资历爱先给我，吼、哦，我要来看伊所有的咧资历，所有的咧迄落，吼、哦，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届。改聘的咧，这个主席啦吼，啊委员啦，足侪无公道的，啊足侪无公平的，拢是为吼、哦，要讲较歹听的是拢用粗用的来咧做，对不？哦，所以啊，就是那什么某某人的都袂使，啊什么人的都会使，吼、哦，这我希望讲吼、哦，在这个外久的时间吼。哦啊，我看一礼拜来啦吼，一礼拜来各区的这个公诉吼，你调解委员会吼、哦、名册新聘的、改聘的、新聘的资历吼，啊无改换的吼，无续聘的吼，他的资历、他的调解处所啊，有调解好的那个处所吼，哎、哦。这个爱向这个本席，后尾本席要来了解讲，即届吼改聘的诶，这个委员吼、哦，到底是安怎样来改聘？吼、哦，来，法书记你，议员的问题哈、哦，就整个调解委的一个遴选过程来讲，它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区公所借由遴选委员会加倍提名，那第二阶段呢是送给地检署跟地方法院
来联席审查。那实际上最终的审查决定是由司法机关，也就是地检署跟地方法院来决定。那地检署、地方法院，他在审查时，他是有一个标准，是先任者优先，所以大部分的人都留任。你坐啦，你安尼答复我就听袂落啊啦。哦，钱咱开，是安怎决定落来？爱让法律来决定，对无？钱咱开，咱是毋是讲有迄个决定权？你有迄个决定权啊？你拢甲塞个法律去，对无？是毋是安尼？我们有责，我无要叫你徛哈。我们有责任权啦，经费用咱个啊，咱阿哥来阿哥来用迄个迄种法律来改评来评。这我相信讲吼，你在退俗啦，吼你在退俗，吼所以这会使讲吼，即届你调解委员吼，会使讲吼，做这个聘任吼，会使讲做无合理的啦。以往啊，无迄个分两梯次的，吼、哦，就爱来恁那开始来分两梯次，吼、哦，所以我希望讲吼、哦，这个、改组这个名单甲熟片的，吼、哦，熟片的这唔免啦，吼、哦，无熟片的，啊甲新熟片的，吼、哦，新的，吼、哦，新的资料一定爱来。哦，新的资料一来，哦，啊，这个一定要一个礼拜一定要送到了哈、哦。啊，我们张议员还要再补充，我们请张议员。局长，调解委员，这个业务，我们今天的决定方向是本末倒置，出局、选人、弄烂，最后法院去决定，法院是捌这人是硬的也变的。今仔日电影推荐出来有意愿的。经过咱选择之后，我们是应该我们推举出来的人，这些人哪几个有没有，就是说在法院规定哪些条件不符合的，再把这些人选送回来，最后我们来决定人选，预算我们的，区公所还要配置一个代这个调解委员的执行秘书，结果什么事情他们决定，去跟。在这个上面检讨，跟法院这边要做一个，把它反过来一个方向，不然的话，以后这方面的预算我们都有意见。你去考量本席讲话对不对？你要知道，这是司法院的业务，不是市政府的行政业务。请坐，民政局长，我老苦丁，你免紧张。头拄啊吼，你的白日有感啦。啊，我想讲，我要讲的行无够时间吼。啊！我正要跟你讲，真正你做一件代志吼，会有感的。在座很多区长，你们都办过一件事。啊，方案区长，你代表来答复你的看法哈。方案区长到前面来。你们现在办理李林长的文康活动，现在的经费，局长你知道多少吗？即马目前吼，咱一个人三千亿啦，三千亿，对，好。啊，即卖物价指数三千一，会当啊坐车困一暗，啊食几顿，搁门票，安尼咱遮李林长出去食的饭、食的物件，啊搁恁搁标者、搁抬者咧。以你局长的看法，迄数有够？一天的有够啦。啊，一天的有够啦。一天有够。啊，那两天的拄啊，两天无啊，三天的都无够啦。无，伊只两天了，无三天啊，两天有够无啦？两天啉啉嘛。你们嘛，对，无啥搞。区长来，丰文区，你们这个办完了没有？嗯，我们是预计大概九月还是十月办理？那、啊、你标出去是多少钱？目前还没有，刚上网而已，刚上网，还没刚上网，刚上网，刚上网。对，哪一个单位已经办完的？哪一区办完的？林长的那个理由，
你们应该都是在3100以下了，对不对？所以我知道，因为我去看了。小丁，是，你领导普通是真辛苦，两暝一工爱食几顿，啊，几顿内底还佫包括门票，包括坐车，无得卖办，办一款的吼，讲起来实在是，看很难过了。三A铁板烧你要去吃不？三A啊？哎，捌无？北京铁板烧你要去吃不？捌，北京捌。和牛铁板烧一克偌济？讲我紧啦。差不多拢千外块啊啦。千外块？你钱较大样哦，你人民币的款啊。啊，我生理人我较好算。你较好算，迄无会千外块的啦。和牛上少啊3500以上啦。比李林长两天一夜的费用还要高了。新北市多少钱你知道吗？新北市6000。别讲，现在转。台北市2000啦。阿姐。啊，新北台北市吼。哎，新北市啊，我讲台北市啊。3840啦。3840，新北市的财源能比咱较好无？新北市的财源，因欠比咱较济啦。六都内底咱的财源上好嘛。啊那。每一个李林长文工活动，每年多一个那个加600块，咱来加偌济？那加，我想讲加1000头啊，1400几万啦。咱来挂李长算算咯嘛吼。当中李林长要偌济啦？差不多625里嘛吼，啊个10034个，所以头差不多10650，头10000，等下我讲。咱林长差不多10034个啦。我跟你讲啦，你林长普通时伫地方甲咱政令宣导也好，替咱做出些工课啦。咱国家那散啦，咱唔免去甲散掉这几百块啦。好，每年我给你建议，上少一个加500块，还区长嘛较好办嘞。啊，你林长嘛会感觉讲，哎，你这局长真正话白日有干，应答应无？我即马咧啦吼，我爱看财主诶，即个钱会当安尼处理无？啊，我原则上议员讲诶吼，我当然完全接受啦。啊，你新年都要变啊嘛？你即马即变你倒一课，试试看吗？拢伫公所啦，拢伫公所。公所变落啊！你恁开区长会，伊恁啊区长来要加变有困难无？哎呀，无恁区长哎呀无，区长干哪？啊，哎呀无啦，哎唔着举手，哎举手。我对你个算我几个啦，无啊，迄个卖个编出来那个编。哦，真正好啊，李黎明、李林长有感。啊，你这本吼、哦，叫一刷意思啦。好啦，500块嘛，一个民主啦。好，好，以上是我们张丽姐议员、李荣宏议员的业务联合咨询哈。那就以上今天啊，我们各议员对我们民政委员会哈。所提的建议及要求啊，我们请我们民政委员会啊，各业务相关主管哈、啊，应该要予以很谨慎、很慎重的来重视哈、啊。那就所要求的应立即啊，来做就相关应答询的哈、啊，应书面回复的这个相关事项啊，也要尽速来办理哈、啊。那今天大家辛苦了，今天会议到此结束哈，散会，也谢谢我们在场媒体记者朋友哈，谢谢大家。好，谢谢。